欢迎啊，各位观众。过年好啊，还没过年呢嘛，提前祝福呗。还行，之前问了顺丰了，他说这过年期间呢，一样能发货。挤了，没挤。他就自然而然就到周期就掉了，不可能一直涨着。今天晚上有辽视春晚吗？这我还不太清楚呢。辽视春晚确实他每年都是提前一天嘛，啊，今天是辽视春晚呢。辽视春晚主要不就是看赵本山他这个徒弟，赵本山今年露脸吗？他还出来继续演吗？应该不了吧，赵本山年龄太大了。当然也许出来演，因为赵本山我感觉他在辽视春晚呢登场他就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包括场上如果说真是笑场了，几个包袱没翻响，他和其他人之间这个配合出现一些纰漏，他感觉也问题不大。这个就不像说央视春晚那么正式，辽视春晚嘛，地方台就感觉就是如同是和家乡人民呢一块过个节，就其乐融融，彼此之间就算说这个他的表演节目呢有一些错误，但是也没有人挑理，所以这辽视春晚有可能出来，赵本山有可能出来。水果挺甜，这几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吃什么好吃的了？春晚也应该录播呀，春晚他这个录播的话，春晚录播呀，我感觉好像说录播也没什么问题呢，不就录播一下吗？他就但是你看每一年这个春晚呢，这基本上都有一些片段，确实就是能发现他这个是出现问题。如果是录播的话不像，录播肯定一点瑕疵没有，那他每年都多少有点瑕疵，那看来不是录播。春晚为什么不录播呢？为什么不录播？哎呀，他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不录播。吃什么好吃的？没啥可吃的，就还是平时吃啥吃啥。现在这个今天一天我吃到什么玩意儿了，就吃几个这个手抓饼，还是自己个超市买的冬箱里冷冻那种超市手抓饼，煎了几个手抓饼，吃了两个这个袋装的那个午餐肉，就吃这点东西，其他也没吃。莫兰特上线啊，莫兰特上线，反正今年瞅这样，这个还是原地徘徊啊。你包括灰熊队这个战绩，没有莫兰特情况下打的依旧很好，有莫兰特呢，当然打的也不差。总体来看的话，莫兰特今年率领灰熊仍然是排名并列西部第一嘛，比这掘金也没差多少。但莫兰特受到的重视程度呢，不像之前那么高了，包括他这个个人发挥数据方面呢，也是原地踏步，没有更进一步。三分球呢投的也不见得比往年更准，防守依旧不行，进攻这块选择呢跟队友之间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恰当的默契点。所以莫兰特上线啊，上线应该是比利拉德猛上线，因为他现在多年轻就已经能打到第二轮了，上线比利拉德猛。春节不回老家，我是搁家待着，我父母过来，等到初二初三我可能就回抚顺溜达溜达。哈登本赛季怎样才能夺得总冠军呢？夺得不了总冠军，或者说能夺得那概率肯定也不高，其他竞争对手太强了。东部这块主要就是塔图姆领军凯尔特人这个实力啊，如果说今天他打这个金州勇士最终败了，而且塔图姆呢又是心魔难破，从头拉到尾，那这个凯尔特人今年前景这块就可能说让人比较担忧，整支球队呈现出来的这个气质呢，这种争冠的信心呢就会受挫，包括塔图姆个人他的成长发挥，以及外界对于塔图姆他今年成长幅度的审视，对于整个绿军来讲就不太有利。但好在今天赢了，这个对于勇士来讲，
客战东区，现在又是再遭失利，使得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连番的客场啊，战绩这块呢回升幅度也是比较有限。对勇士来讲，最近一段时间也算是接连遭遇打击，库里完全健康恢复归队之后，球队这个表现呢，跟库里之前赛季前期那个阶段打出的战绩水平基本上还是152，也就是五五开，能赢个两场，然后接下来呢还能输两场。面对强队呢，他拥有掰手腕的能力，打弱旅呢也有可能阴沟里翻船，这就勇士队今年表现出来的特质吧。按照这个特质发展下去呢，那勇士队除非说格林像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跟这个克六讲的，就是自己呢确实通过之前打破人的一拳，在队内也丢掉了以往他所领导的领域，以往勇士队阵容当中伊戈达拉、库里、汤普森包括格林在内这几人呢，就是以往在什么奇勇争霸时期留的这几个老将，他们呢是各司其职，在更衣室之内各自扮演不同的领导角色。库里就是精神领导，在场上以身作则，克莱汤普森呢不苟言笑，但是也有点神圣不可侵犯，在更衣室之内关键时刻也会发言。伊戈达拉呢就是联络搞好队内每一个人之间这样一种关系的协调。德拉蒙德格林呢，他说他自己的作用在勇士队内，他不是全面的领袖，而说什么勇士队如果说出现场上场下这种每个人啊发现他好像说跟以往情况有点不同，跟其他人之间若即若离了，此时呢格林就会展现出自己的领导意。在场上你如果说脱离团队的防线于不顾，自己胡来，那么格林就会鞭策你。进攻端这块如果说你不正常跑位，格林也会指导你。场下呢，如果说一名球员过于耀武扬威了，你过于彰显自己，把自己凌驾在团队之上了，那么格林也会教育你。这是格林。但是他讲了自己这次打乔丹普尔呢，打完之后那么在更衣室之内啊，他就失去了以往那种场上场下发现问题并且纠正问题的这方面的权利了，他就已经扮演不了一个领袖的责任了，就是失去这种领导的权威了，其他人也不信服他，而且他呢执行这种权利就感觉自己也确实难以服众了。毕竟你不能打人啊，之前骂杜兰特这都没有问题，如果说杜兰特真是敢于挑衅球队既定的队内秩序的话，你骂他这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人啊。所以格林他讲嘛，勇士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重回正轨啊，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这种领导权力能够彻底握回来，那么勇士队就差不多能打出去年那种这个争冠级别的场上表现。但现在格林讲他最近的博客讲嘛，还没有完全找到呢，就他这个领导力啊目前还是比较飘摇，自己难以说那么这个内心当中极具底气的去领导他人。他要是不领导，那场上出问题了他不指出来，场下呢有人这个可能说情绪这块有点不对啊，他也无法上去进行劝说的话，勇士队就不太好整了。看接下来吧，这个格林他能不能重拾领导力。江鸟宇哥，有球迷抱怨克莱上半场状态正佳，下半场仅仅两次出手，五小阵容球权应该如何分配啊？克莱上半场状态正佳，下半场仅仅两次出手啊，主要是出手机会不好啊。你上半场那会儿出手条件好，那不是凯尔特人打这个双塔吗？经常这个罗维和霍福德他俩一块上场，必然有一个人他会漏掉外线的一些投射点。所以开局那时候你看第一节勇士队是占据上风的，但后续呢这马佐拉呀调整阵容了，很多情况之下不用这个罗维了，起码他跟霍福德俩人穿插开来用了。你一旦说打这个一大四小的话，勇士队实质上进攻端这块找机会呢难度骤增。因为你别看说乔丹普尔跟这个库里啊，他俩都有很强的运控能力，突投传三威胁，但凯尔特人防守好啊，场上呢有很多点基本上都是绝对的攻守俱佳，包括斯马特、布朗、塔图姆，以及呢如果是单核作为内线支撑点这个罗维，再包括甚至霍福德，他们都有很强的单防水平。所以后来这个勇士队为什么打的就越来越累呢？对方基本上不跟你玩双塔了，不玩双塔你就不太好打了。再结合塔图姆呢，他也属实是有点打法上这块啊，他有点错峰出行了。这个勇士队呢核心主将都掉了，
都换上去了，塔图姆还在打呢。这不能说叫出风出行，而说人家本身，续航能力就强。你都搁家充电呢，但人家还在道上跑呢。最终呢，就是没干过这个卡尔斯人嘛。防守确实好，你这汤普森呢，他运球啊经常运丢。下半场有几次机会是专门找的汤普森，运球运脚面，要不就是运球运到对方腿上，然后就失误。汤普森呢，那就不能说在这个纵容你了吧。而且防守呢，对方速度又快，攻守转换，汤普森呢防起来又费劲，最终就把他拿下了，这也不奇怪。千万年一出的绝世天才，这位百大 UP 主能否遵循 B 站传统，给你的百万粉丝展示一次女装宅舞啊？百万传统啊，就是 B 站以往那会儿，就是说有什么男的必须女装啊，那女的有没有男装呢？女的好像是不需要穿男装吧？我没看哪个女的说这个成为了百大了，西装革履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一直以来倡导是啥呢？男女平权。不是说某一方啊在某一个事件上他就特别吃亏，他就特别受到另一方的打压，因此我倡导的是男女平权。你不能说这个男的都女装但女的不男装啊，这就不合理嘛。所以我感觉还是不能向这种风气啊屈服。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是竞技体育当中的昂扬向上，不屈不挠嘛。所以我感觉有必要吧，为了我倡导的理念坚持到底，不能选择轻易就女装。再者一点，很多穿女装的呢，实质上本身多少也想穿女装了。很多人他有时候是这样，据我了解是因为这玩意儿很正常，现在强调的包容嘛。现在你看这个之前包括很多做很多报告，一些领导不也讲话吗？目前就是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私欲权利，就是说你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之内你想干啥呢，不违法的话没有人管你，随便自己活出自我，活出多姿多彩的这么一个社会结构。所以考虑到其他人呢，他有的他本身他就想穿女装，当众穿一把，可能平时偷着也穿，也有可能因为生活当中确实有穿的。男女服装本质上也是服装嘛，人如果说欣赏美的角度不同的话，穿也不奇怪，所以也很正常。峰哥你看平时没事啊，穿不穿女装呢不太清楚。他穿女装了吗？之前呢他百万粉丝的时候穿女装，他还没穿女装吧。但是峰哥要是穿女装啊，怎么讲呢，你要是把脸挡上还整或者说看背影，峰哥的背影能整个披肩发之类的。峰哥要是穿女装看背影的话，说实话应该是挺窈窕的，跟这个卡文多兰特穿女装我感觉差不多效果。如果说他这个不给你正脸，给背脸，因为峰哥那个流线型身材嘛，他挺适合穿女装。那他穿没穿过？他好像没穿过。水果挺甜，能否正式给雨说体育的观众拜个年呢？雨说体育的观众拜个年呢？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呢，我呀在这么一个合家团聚欢乐的场景下，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在来年兔年如同这个月宫当中的仙兔一般，能够啊就是追逐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那种这个月光，同时呢还能够这个登高望远呢看清自己未来的前路方向，争取在来年呢多多挣钱，并且家庭健康，能够在事业之上更进一步，学业上能够精进有所成就。祝各位这个一切顺利吧，简单拜个年。互联网言论，宇哥你右眼比左眼小一圈，黑眼圈又重，是不是右眼没睡好啊？右眼比左眼小一圈，黑眼圈又重。我右眼比左眼小一圈啊，这个你指的这个，因为它这有镜像嘛。喂，不小啊，不一样，一样大嘛，啊，多少有点小，是不是？多少有点小。他这是因为啥原因呢？因为平时啊，对，可能说因为我左眼呢视力更好，右眼基本上视力不行，我这个右眼度数更高，平时看什么东西，我一般来讲愿意左眼眯下来，他能看清，右眼他就是反正你眯不眯他也看不清，所以我一般来讲主要是用左眼。导致的，所以说黑眼圈又重了。我没有黑眼圈，因为我这个单眼皮呢有个好处，它不至于说这眼袋啊像这峰哥那么重。峰哥也是大型单眼皮，是不是？我没有眼袋，也没有黑眼圈，没有黑眼圈。
烂圈马尔卡宁，宇哥，我自己开的公司招人，有人来面试，问我他，我问他是哪个省的，他思考了下，居然回答是妈妈省的。请问这人智力是否有问题？是不是该录用他呀？自己开的公司招人，来面试，你问他是哪个省的，啊，他误解了，可能说你也带有点口音呗，哪个省的，是不是哪个省的？他说他这是妈妈省的。这人首先一点就是，你像生活当中啊，但凡是有这种极致的，有极致的人挺难得。他呢没有说按照正常的理解告诉你就是我哪个省来的，支持新春佳节嘛，毕竟是合家团聚的时刻。首先一点，他呢展现出来了自己的幽默感了。他其实多少了解你是问他是从哪来的，哪个省的，但是抖个包袱嘛。就是过年过节是不是得欢快为主呢，趁着这个欢乐的节日气氛呢，所以逗大家一笑，那本身有这种幽默的细胞和这种临场的反应，这就挺好。再者第二点，这不过年了嘛，他可能说心中啊一直想的都是家庭，想的自己远在他乡的老母，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也是挺孝顺，挺孝顺的话也是一个优点呢。所以他既有极致这种才华，同时呢又有这个不忘本饮水思源的这种传统的比较优秀的这个道德伦理，对不对？道德理念，那不挺好吗？可以考虑聘用。辽宁本溪王是宇哥，国王现在已冲至西部第三，是否已经重建成功，并分析一下其与费城在后天比赛谁会取胜啊？国王打费城，打费城，费城会取胜，因为费城球员你看最近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在场上呢球员的使用啊各个方面，随着马克西开始出任替补，攻守两端呢整个球队无论首发还是先阶段看起来更加立体了，包括打那个利拉德嘛，打这个开拓者这场比赛也是轻松取胜。目前费城应该是连胜好几场比赛了，打国王啊，国王内线无外乎有一个萨博尼斯嘛，但萨博尼斯呢他其实真实身高没有那么高，他比恩比德明显矮了一块，并且呢胳膊短，只有2米10，他属于典型的身高长于自己臂展的这种静态天赋水平，在内线圈里算是比较拉胯的类型。那防恩比德怎么能防住呢？恩比德臂展2米20以上，他防不了恩比德。再者这个萨博尼斯啊，他给恩比德带来的威胁也比较有限。萨博尼斯整个赛季呢他在篮下油漆区，也就是说在3米以内出手的占比高达85%以上，就萨博尼斯只有15%是投的中远投。今天看起来呢中远投好像效率这块也不俗，投的似乎说挺准，能干出来60%命中率，但是你投的少啊，说明信心还是不足，他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就自己的中远投能力。因此这萨博尼斯打这个恩比德的话，恩比德就低位镇守就完了，不需要出去。为什么不需要出去呢？一是萨博尼斯没有威胁，二是就这福克斯三分命中率只有32%，他也不可怕。那你说恩比德打这样球队的话，防守一劳永逸，就是往篮下一蹲，蹲坑打法就足以应对国王队的这个进攻。你进攻端这块恩比德低位，国王队内线呢又掐不住恩比德，外线哈登他这种组织才华，包括就是国王队他外围投射这块，尤其核心持球点相对来说比较乏力，打不了费城球人。至于说打到季后赛的话，季后赛今年国王能打个第二轮，因为从上往下打嘛，但是再远的话你走不了了，也就这样，这球队这个实力啊也就这点吧，没有太强实力。至于说是不是完成重建呢，重建基本完成了呗，交易萨博尼斯他本身年龄不大，刚刚这个26-7萨博尼斯，福克斯本身又年轻，阵容当中还有什么赫尔特，这个赫尔特也挺重要，来到国王之后。奇侠雨帝，假如兰特和你有个专访，他大谈自己在你拿百大之前自己已经拿什么玩意儿，拿前15大了，你应该怎么进行有力回击证明自己顶尖或比他有根儿？他拿什么前15大了？杜兰特这怎么的突然之间受伤了，外界又把他高抬一步啊，联赛当中15大有他呀，啥时候排的15大呀？15大没排过，
杜兰特现在就是75大嘛，75大很正常，因为你于情于理的话，他这个个人数据积累也确实比较厚，在勇士时期呢，也是拿过两个冠军，75大没有问题，因为75大里边比杜兰特更水的，那一抓一大把呢，他在75大里边属于是中等甚至偏上的，但15大他也没进去过，跟他靠什么拿15大？你真说他就是位列前15，说服力是比较有限的。体格也不好，至今为止没有证明自己嘛。篮网队，你看今年他带领之下，不也是屡战屡败吗？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屡战屡败呢？因为杜兰特呀，他之前呢，对于队友啊，多少是非常挑眼的，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语打击队友的自信。这样一来，队友啊就感觉什么呢？被这个杜兰特有点言语上 PUA 了。就你强，我们都弱，我们都这个是拖后腿的。只有你能够领导大家赢球，只有你在，那么外界对于这支球队，才有信仰，才有这种赢球的期待。那么周围队友是什么感受呢？那你在的时候，那可能说这个其他人感觉，哎，这赢球是不是说啊有可能性了？你一旦不在呢，那每个人啊，因为自信心一直以来备受打击。所以现在不会打了嘛，包括欧文和西蒙斯，他俩联手连太阳都打不过，而且不光是没打过太阳，之前就已经接连输球了。这场比赛输给太阳之后是4连败了。为什么4连败呢？球员的信心，这种自信心，之前被杜兰特呀，就是已经伤害的，他找不到一种，就是说我面对强敌呀，我有抗衡的底气了，没有这种底气，信心这块都被击碎了嘛。真正的领袖是啥呢？真正的领袖啊。他是就是通过自己的悉心教导，通过自己的常年的栽培，阵容当中的年轻新人自己呢倾囊而受，这么一整呢，那么球队啊才有十足的成长。你包括库里，早些年间身边全是一堆新秀，当时也缺乏用球能力，但是库里是有信心的，始终相信队友，他们未来呢还有前途，他们身上还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所以你看今年打成的什么效果，库里因伤休战那个阶段，乔丹普尔扛起了局面了，这就是相信的力量嘛。但杜兰特不相信队友啊，他感觉队友能耐都不行，那其他人你本身就不相信，那他们长期身处这种环境呢，更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因此现在就遭遇了4连败嘛。这个对于篮网来讲啊，也属于是挺危险的一种局面，说明杜兰特之前那会儿内部的这种团队文化、团队自信的这方面的巩固没有做好，这也属于是领袖失职，团队巩固这块没有做好。之前辽视春晚呢，辽视春晚主要看赵本山呗，和这个赵本山他的徒弟，但是可以看回放啊。辽视春晚我主要就看赵本山或者说宋小宝之类的，其他的我没有啥兴趣，其他那些排一些小品呢、语言类啊，兴趣也不大吧。而且现在呢，这个语言类节目它本身，就不太好演，不太好排。现在也不像说多少年前以往那个环境了，现在短视频盛行，有太多搞笑娱乐的手段了。你就这个小品，哎，再怎么拍的精彩，通常来讲流传不开。人们对于这个小品的认知理解呢，一两天的热度过了之后呢，这事就没人提了，不可能说因为一个小品整出来的一堆的全年性质的流行词，像什么当年这个1998、1999年呢，当时赵本山拍的一些经典的小品作品，纵贯全年，那都是为人所津津乐道，茶余饭后呢，百谈不厌。但现在不可能了，一个小品看完之后也就当时一乐，因为娱乐手段太多了。现在赵本山不是退了吗？他今年没上呗，应该没上，因为年龄太大。赵本山是几年的了？他应该是57年的，57年生人，现在已经是66岁了。66岁这会儿你还咋演呢？因为演小品这东西压力很大，在场上怕有一招之错呀，话没讲明白，那么这个包袱呢没整响，这不就是可能说差点吗？66岁了，他都已经啊，57年，66岁了。克制几何，昨晚西罗梅开2度状态回升，在沙特能否单赛季30加进球？另外西罗能否重回五大联赛？30加进球，你这场比赛友谊赛双方基本上没怎么认真踢，防守这块没给那么大的力度，就是适当的象征性的站一下阵型，你看要不然能踢个6比5吗？这叫啥踢法呀？那不就纯友谊赛踢法吗？
互相之间都留体面，你要是想攻的话，我家大门随时敞开。所以这种比赛象征性的意义更重，给球迷表演，对于双方球迷来讲多看几个进球，这方面的意义更重。这不是正经比赛，这种比赛相当于啥呢？相当于 NBA 季前赛，也就这点强度，甚至是相当于 NBA 的夏季联赛，是不是？所以你像5-4之类的，怎么可能呢？这都是胡踢乱踢，这比赛5-4嘛。所以你像这种谈不到说 C 罗状态回升，因为 C 罗呀瘦死骆驼比马大，他在沙特联赛当中仍然属于是头牌，起码在队内他的能力依旧是数一数二的，这点 C 罗是能够做到。那在欧洲五大联赛之前那会儿刚退下来，那沙特有几个能踢欧洲五大联赛的？尤其 C 罗他这个丰富的经验，目前仍然是跑动速度依旧是很快，因为 C 罗对于自我的保养好，他巅峰期百米多快了，10秒3、10秒6，好像是吧，10秒6吧，梅西10秒9，他10秒6，他跑得更快。预测春晚呢？春晚有啥好预测的？就那些玩意儿，这个唱歌呢，就是引进一些流量明星啊，因为他们这对于春晚的收视率来讲也是一种保证，而且春晚呢，特殊的场合、特殊的舞台，这种高度的曝光，对于很多年轻的流量明星呢，也有一种吸引力。给不多钱，春晚，据说这春晚给他们这个费用啊，都属于是比较低的，但没有办法，不能驳春晚的面子，在这么一个大舞台，可能说呢，仍然想要寻求一种曝光，所以就是有一些流量歌手来唱一唱，你包括以往什么香港的四大天王就别来了，什么刘德华之类再来唱一首歌，唱啥劲呢？别唱了，也没啥劲了，年龄也大了，60多了，来了唱一首，张学友来唱一首，这个可以，张学友唱，哎呀，也没啥劲，都是一帮老人老面孔。愿意来不来呢？也不见得愿意来吧，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看淡名利了。多少年之前那会儿，算是40-50岁的时候，可能说还愿意参加春晚，而且当时春晚这个曝光度啊，也是，比现在明显强嘛。现在不太行了，春晚曝光度，节目单都出来了，有这个四大天王吗？应该没有四大天王，是不是？他们几个都不来。郭富城现在也不怎么唱歌呀，他不就演戏参加综艺吗？郭富城。一堆老将，他们成龙来啊，那成龙因为他本身这个自身的定位啊，包括他一直以来宣扬的一些理念，他对于就这种民族情节的理解和这吴京有点像，他俩，所以你像这种的话，那属于是非常正能量的人物，那成龙来那是必须得来啊，大哥嘛，他来啊，别说他唱歌一般，说实话成龙主要就是演戏，但年龄大了，你说你来，你不可能演个小品呢，有点掉价呀。因为成龙，毕竟是影坛巨腕嘛，编排个节目，成龙上去，而且成龙不擅长演小品，怎么办呢？只能是唱个歌，唱歌唱的一般，说实话，成龙，那就唱呗，主要是知名度搁这摆着呢嘛。成龙，其他的四大天王没有，那你说还有谁老面孔？小虎队那都多老了，来也没啥意思，就听一些年轻歌手他们唱歌。至于说语言类节目估计郭德纲旗下的一些徒弟应该是在相声这个领域之内能够登台露面，岳云鹏不见得来，因为岳云鹏他不需要春晚这个舞台继续这个上去表演节目了。之前站长那会儿挺感人，那应该是2015年了，2015年还不2014年，当时那会儿岳云鹏啊首登春晚，当时他回想嘛，自己在小饭馆里当服务员的时候，那会儿这个遭受的凌辱，岳云鹏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当时跟那个央视主持人诉说。岳云鹏但现在人家早就已经是腕儿了，他没有必要借助春晚舞台，他也不急，他来啊，有岳云鹏啊，那看来还是就是德云社这个旗下岳云鹏啊，因为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师父啊，内心当中对于师父的恩情呢始终不忘，他属于是个忠孝仁义之士，这种人啊，忠孝仁义之士，所以那德云社基本上就是主导他了。因为说实话，这个郭德纲他儿子郭麒麟相声表演，说实话也就那样，在这个同一辈的这个师兄弟当中，属于是郭麒麟这个演的这个内容啊，包括他的个人能力，属于是哪种呢？
中等偏下的，甚至是从后边往上倒数一数二的，是这种。他这个呢，他这表演相声，因为我常年听，我以前那会儿常年听，你比如说烧饼啊之类的，他们这个临场的表演能力以及这个包袱笑料啊，种种效果，都是比这个郭麒麟呢要强一点。你在其他那些，但凡是云字辈的吧，但是我感觉郭麒麟比这何云伟演的要强。何云伟演的是真是不行，根本不搞笑。你这包括再整那会儿，何云伟跟那李菁搭档，如果不是因为他俩本身有这种人设，就是郭德纲给他俩带起来的这种人设，就是李菁经常说什么啊，什么这个太刺激了，乱七八糟。何云伟那小矮个儿，给郭德纲给带起来的人设，如果说不是郭德纲啊主动捧这个他的徒弟，捧他的师兄弟，就他俩那个搞笑根本搞笑就不够。何云伟就会一本正经的演。他演的东西呢，太落入俗套了。就其他人怎么演，他基本怎么演。那个相声这玩意儿呢是怎么的？你得有变化。你要是万年一套，那叫啥能耐呀？那不成赵本宣科了吗？那就没啥意思。你得有变化，你得有临场。他没有，他全都是之前怎么演的，下一个是他还这么演。所以这何云伟，我认为这不叫真正的这个相声能力，他不行。之前再找那会儿，这个在郭德纲差不多2006-2007年，当时那会儿啊，那会儿能耐最大的是那谁，这个叫什么名了？当时那会儿能耐最大应该是叫那个，其实有叫什么玩意儿，听云轩，那叫什么名了？我也忘了叫什么名。对，曹云金，他有两下子，他包括很多单口他都能讲。当口这个效果跟郭德纲也这个有几分神似，这点就挺难得。因为整个德云社，你要说继承了郭德纲衣钵的话，就再找那个时期，对口当口两门爆，只有这个曹云金一个，就这两方面全能拿得起来。而且效果这块包括舞台语言，他整的呈现出来的这种搞笑的气质，跟郭德纲语言风格甚至都有点接近。就曹云金，再找那会儿。当口都能整，跟郭德纲这个当口都是有几分神似。当然他的当口水准呢达不到郭德纲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但起码是学了个，起码当时那会儿就有个五六成的相似。当时曹云金，而且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搞笑特点，跟郭德纲还不完全一样。曹云金当时那会儿能力挺大，但是自从就是脱离了德云社之后，因为这东西就是自古以来名利遮人眼的，而对曹云金呢出去单干之后，那就多少有点不务正业了。因为这个相声啊毕竟是舞台艺术，如果长期不登台，长期不在第一线，慢慢你就不会说了，就你的整体那个对于相声理解那种节奏啊完全丢掉了，你都不了解最新的这个观众他们到底对于幽默这个事儿，他们的点到底在哪儿，那就完了。你现在你再看曹云金表演那个玩意儿，落入俗套了，就跟当年相比越演越回旋，属于这种曹云金呢越演越回旋了。现在就曹云金这个真实水平在什么档次呢？比云字科的几乎任何一个，比郭麒麟能的都次，比郭麒麟能的都次。郭麒麟都迅速成长，郭麒麟他只是在云字辈的这些这个徒弟里边没怎么太显眼。事实来讲，他的这个相声表演没有那么太显眼，但比曹云金强多了。现在曹云金这能耐不行了，往下掉了，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你会原地踏步了，而且你这些年没怎么正经表演，那就不行了。千万年一出的绝世天才宇哥，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女孩，长相极其甜美可爱，但是有一次听她说话却发现是个男生，我感觉我世界观崩塌了，可否安慰我一下啊？千万年一出的绝世天才还有这事儿啊？长相极其甜美可爱，但是有一次听她说话却发现是个男生。那说话不一定，有的人是女像男生，当然他也有可能平时那会儿愿意这个男女反着来，那整点这个 cosplay 啊，穿个奇装异服啊，男女这块性别认知按照过去古典说法有一定的障碍，按照现在的理解呢，他属于这个什么玩意儿，那些欧美地区强调那什么什么 SD 啊乱七八糟，他属于是就是新型的对于自己这种这个性别有新认知的这种人类，那又能如何呢？你感觉你世界观崩塌了，崩塌了，咳咳，你没有必要崩塌，因为你一开始那会儿也感觉她是个女孩嘛，
你是冲着人家这个样貌外观，而且呢，就是按你想象，她应该是一个窈窕淑女，因此你内心当中才萌生那样一种爱慕之情的。但近距离发现呢，哎，不一样，就是说她的嗓音呢，能够听出来，这个不是说男女像男生，而是事实来讲呢，她对于自己的性别认知啊，有了一定的偏差，跟你互相之间呢，这么一感觉呢，好像说同性相斥了。那你怎么办呢？那我感觉你既然能问出来这个问题，似乎说你内心当中是有摇摆的，也就是说呢，你也不是说你也不是说哪种那种这个宁折不弯类型的，你属于什么呢？百炼钢啊变成绕指柔了，那不一定了。所以这东西看你个人想法吧，你要是你有意他有情的话，那这东西没有人管，你也可以看试探试探自己内心当中到底咋想的。如果真是你已经百炼钢成绕指柔了，那这，那我管不了。那你我感觉你可也可以考虑大胆追求一把，是不是？那你就是大胆追求呗。其实这也凑合吧，也可以。我感觉我没文化，宇哥提前祝新年好，能否点评一下纲手和自来也的感情状态？纲手在黄昏下是不是就差表白？他俩是典型悲剧还是？对自来也人物形象的升华呀，自来也和这个纲手啊，纲手这个人他不之前那会儿有过一段恋爱吗？而且是比较刻骨铭心的。那个男方呢，后来殒命于战场，就此纲手啊，下定决心呢，就是终生不再嫁了。因为在火影这个世界当中，世界观呢是比较传统的。怎么传统呢？这里边几乎你看不到二婚，都是头婚。一个人要么就是，鳏寡孤独，独守空房终老，要么就是说那个突遭意外，直接就是命运当下，就这种没有二婚的。所以这刚说你要说二婚呢，在漫画这个简单的世界里，可能说感觉就差点。一个人的感情啊，不能托付于两人。漫画世界通常就强调这个嘛，要热血的话极致热血，要这个动感情呢，那么就柔情似水，深情似海。所以这纲手就这么设定的这个人物，他已经心有所属了。至于说对于这个自来也呢，自来也这个人，他首先一点，他其实呢，他也是个沾花惹草自卑。他这种人的话，对于纲手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所以说自来也有没有说什么人物的升华呀？升华这方面，自来也我对于这个自来也这个人物没有说那么特别这个喜爱的那种印象。自来也无外乎就是打了一场仗，去探寻了一次情报，然后战死沙场了，也就这样嘛。这个忍者绝大部分战死沙场的，但凡有一定的就是为了团队为了村子牺牲的这种意志的，一般来讲就都是这种死法。那无数这个战死沙场的忍者都这种死法，自来也跟他们其实也是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他呢也属于是挽回自己的错误。自来也这点呢就和谁比较像呢？他们你仔细看这个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呢这部作品他强调的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传承，包括宇智波鼬家族，之前的谁这个其实宇智波斑呢对待自己弟弟也是非常好，就兄友弟恭这种类型的。宇智波鼬呢对待自己弟弟那是倾注所有，宁愿背负叛人的骂名也愿意保住自己弟弟。而且他们呢都属于是孤身一人成为一个孤勇者，就不愿意说让自己背负那些仇恨呢，或者说自己必须承担起来的家族责任呢，让其他人替自己分担，自己宁愿说舍得一身剐呢，也不愿意瓜葛到其他那些对于自己真正比较好，对于自己真正关心的那些其他的亲朋好友。这是宇智波家族，他们愿意独来独往这种风格，个人英雄主义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确实兄友弟恭，对于自己这个弟弟呢通常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整个宇智波一系都是重点人物，对于自己弟弟那都是关爱有加。而这个你比如说那个三代火影，他的徒弟是自来也，自来也的徒弟是四代，这一脉下来呢都属于哪种呢？这一脉下来都属于是亲手挽救自己之前种下的孽，这个孽缘就自己亲手挽救之前自己种下的恶果。你比如说三代火影最终是牺牲了自己，封印了大蛇丸的双手。大蛇丸之前再等一会儿，其实三代火影把他堵到一个洞穴里，原本是能当场抓住大蛇丸，但是放水了嘛，就感觉这是一个乱世啊，
应该是唯才是举，大蛇丸是一个科技型人才，不应该将他就地处决。牧师他离开了，当老师的放水了，结果酿成大错嘛。而这个自来也呢，同样如此，他后来的死亡方式跟三代火影一般无二。当年那会儿那个掌门嘛，长门，他那个眼睛，你当时那会儿也是有点爱财嘛，错误判断了形势。再结合呢，他们这个思想当时那会儿其实也多少露出了一定比较极端的苗头，结果呢，你培养教他们忍术，最终这帮人不走正道了，误入歧途了，最终就是牺牲自我去博得了一份情报，孩子通过自己的牺牲去挽回了之前自己犯下的错误。当时再往下传呢，到这个四代火影了，四代火影不是自来也他徒弟吗？四代火影同样就是各种重复，就这一个脉络一个体系下来啊，每个人他这个人生轨迹境遇基本上就是完全都是复制粘贴。这个四代火影也是，他是这个牺牲自己封印的九尾嘛，那也是牺牲自己去挽回的之前他的徒弟嘛，都是他徒弟，之前的带徒不就是他徒弟吗？哒哒滴哒哒，这个祝宇哥和精玉堂的观众们新春快乐，希望新的一年更多出圈，更多领域看到你。另外能否对照节目单逐一点评一下今年春晚和辽台春晚呢？今年春晚和辽台春晚，开心无限，这都不认识，什么徐阳啊，赵让，开心无限，这啥呀？歌曲呗，舞蹈，开场都歌舞剧，有可能，都不认识。潇洒走一回啊，这个潇洒走一回是老歌了，非常早的一个歌。王冕、张延奇啊，潇洒走一回，这个还行，潇洒走一回，但这潇洒走一回应该是一个，这不是歌曲吧？是歌曲吗？应该是，是不是歌曲？好像是歌曲啊，还行，潇洒走一回。物理，我的家乡最闪耀，远走高飞，出招没啥意思，都不认识，都什么玩意儿？跟着我念，字正腔圆，康辉、沙贝宁，这个那应该就是主持人临时客串的这么一个小节目，差不多三五分钟左右就能整完，那也没啥意思。彩虹的微笑，王心凌啊，王心凌都上春晚了，这个值得一看。也今年挺火爆嘛，王心凌。王心凌这值得一看，今年这还是真是得看一下啊。第八号出来，正常春晚是八点开始，第八号出来，我判断八点半左右吧，八点半左右看一看《彩虹的微笑》。醉墨淋漓，这都不认识。什么红妆五秒钟，董宇辉也不认识。在草地上肆意奔跑，王冰冰、张楚月，他俩之前好像就合唱过这个歌，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我记得好像是王冰冰之前在哪个电视台了唱过这个。但现在这个王冰冰啊，他因为可能说之前他多大岁数了，他好像跟我差不多大吧，是不是三四五了？王冰冰再早那会儿，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哎呀，这节目看不看呢？看不看都行吧，看不看都行吧。倔强啊，还有倔强呢，倔强海港少年，这是五月天授权了呗。向上的光没啥意思，没啥意思。王冰冰九一年的啊，现在是三十二呗啊，网络春晚已经结束了。啊，歌曲开饭，开场花开种花家，成龙啊，开场就是成龙啊，还有武大靖、硕鹏、杨紫、沙溢、王宝强、赵丽颖，真是有不少名人呢。这要是看一看也行，只要说他这个一玩尬的，你比如说一整这个开始煽情了，那就是赶紧关电视，就是不要被恶心着就行。歌舞的话可以看一看。这瞅这歌舞开场叫花开种花家，还行呢，我感觉
瞅这几个人啊，武大靖也上了，体育明星上去唱几句啊。这个我感觉体育明星就是搞体育就行，上去唱歌擅不擅长呢？还有秦岚呢，秦岚也挺好看。这个第一个歌还行，可以值得一看。开饭，这个张若昀、大张伟没啥意思。谭维维《百鸟归巢》没啥意思，这种都没啥意思，单独演唱。相声《我的变变变》，岳云鹏、孙越，这个兴趣不大，因为春晚相声就那么回事，看岳云鹏能玩出来什么花，是否说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他汲取以往的经验，这次能不能表演更好啊？或许吧，但对岳云鹏的春晚相声不抱以期待，也就那么回事吧，十分八分的。就是节奏这块也是比较紧凑，没啥劲。龙月神州，你好陌生人，毛不易、赵文卓，这都没啥意思。就开场第一个还行，开场第一个，苏有朋、姜育恒跟往事干了好几杯，也没啥劲。啊，这还有汪苏泷呢，也可以看一看。我和我的春晚，吴京、马思纯、黄渤、范伟、沈腾，微电影啊，还有微电影呢，今年呢，微电影在场上整个舞台剧，微电影还说专门就是放一个电影啊，挺新颖，我感觉。这考虑到有黄渤，黄渤是演技派，我和我的春晚，哎呀，这个也可以看一下。歌曲小歌，哎，黄渤还有这个单独唱一首歌曲呢，黄渤这个值得一看。感谢啊，这位奶茶味儿，黄渤这个值得一看，黄渤这个歌曲小歌值得一看，黄渤有两下子能演唱，创意节目还有这个满庭芳、国色、赵丽颖，我对于赵丽颖，我也不是她影迷，看不看都行。小品坑，这个表演沈腾，沈腾又来了。小品坑啊，沈腾又来了。今年还行呢，我感觉有几个节目值得一看。瞅这个大名单呢，还行，都是知名人物。小品上热搜了，上热搜了。孙涛、秦岚，这秦岚还能演小品呢。但是没有赵本山这个，他没有这个刘老根大舞台那帮演员。还行，凑合。我看这辽视春晚啊，辽视春晚。辽视春晚节目单儿，没看着节目单儿。辽视春晚没公布节目单儿啊。宋晓峰这个小品，宋晓峰演了个小品，这找不着，不评了。阿笑阿笑，宇哥，卡卡罗特和喧嚣鸣人巅峰期谁更强？能否点评一下谁更有根儿啊？卡卡罗特更强呗，那喧嚣鸣人无外乎就个地球小打小闹。如果说这个，卡卡罗特呀，他要穿越到火影世界，那不需要传统的火影世界了，因为传统火影世界目前来看有点低端了。即便是穿越到博人传这个世界，那不也是能单挑一切吗？卡卡罗特来，卡卡罗特来，那就是地球的救世主了。至于什么这个桃式啊。就是什么，大筒木这一族啊，老巢给你灭了，远距离一个这个龟派气功，就是整个所有桃氏的这帮人一块上，也干不过卡卡罗特呀。卡卡罗特多厉害，肯定卡卡罗特更强。卡卡罗特是真正的，哪种战士呢？他属于是时空间战士，就这卡卡罗特呀。卡卡罗特都不是说在单一宇宙之内能立棍，甚至跨越宇宙他都能立棍，这种那就比着谁呀、啊、比什么灭霸，比这个
什么神奇女侠，比这个的档次段位都高，随意一击能毁灭一个星球，这是他，灭霸都没有这两下子，随意一击能毁灭一个星球都没有，卡罗特比他们都厉害。小唐一定行，宇哥过年好。之前说过屎壳郎和蜗牛，请评价一下蟑螂和耗子在家庭厨房内历史地位，请从智商、偷盗与逃跑能力及恶心程度进行分析。蟑螂和耗子，智商的话肯定还是耗子更高啊，因为蟑螂它属于昆虫，昆虫一般来讲它只会遵循本能，就是它在基因当中自带的，无论是逃避风险呢、寻求自保啊，寻找食物，种种方面更多的靠一种本能，生活当中他通过这个日积月累积累下来一些经验的，顶多是稍微改变一些他既定的活动轨迹，但他这个智力谈不到智力吧，这属于昆虫，能谈到啥智力啊？智力肯定比不过耗子，老鼠正经挺有智力的。偷盗啊，偷盗蟑螂也不行啊，蟑螂只能夹缝当中求生存，不敢露面，一旦露面那就可能说比较危险，因为蟑螂也是很显眼的。而这个老鼠呢，因为它力量大，而且老鼠这个搬运能力强，速度快，你看着了你都拍不死它。那老鼠你看完之后你还吓一跳呢，轻易你也不敢拍，所以老鼠偷盗能力强，野外生存能力那双方之间更是比不了。还是耗子野外生存能力啊，偷盗这个更强，逃跑能力啊，逃跑能力看搁哪儿，逃跑能力。那蟑螂如果说在家庭那个厅的正中央，他想跑啊，那往哪儿跑，上去一脚踩住嘛。但是耗子呢，他就有可能跑，对吧？耗子有可能跑，他肯定是有洞啊，钻洞里那不就跑了吗？耗子的洞也是两头都开，家里边有个洞，外边还有个眼儿，能出去。所以耗子逃跑能力更强。恶心程度啊，恶心程度蟑螂也不行啊，因为蟑螂尤其北方蟑螂都是小蟑螂，就这么大一点儿，我小时候没事就是拿个这个针啊之类的，没事我就抓蟑螂，抓蟑螂我一点不怕。这北方的蟑螂都小，不像南方蟑螂这么大，看起来就挺可怕了，你不敢上去拍它。就算拍呢，你也得拿鞋拍，不敢用手拍。那北方蟑螂都小，蟑螂都小个儿，所以恶心程度还是耗子吧。蝙蝠侠，宇哥，今天是我好大哥刘小龙的30来岁生日，能帮我祝他生日快乐，并分析其名字是否有根？祝福你的好大哥刘小龙啊，生日快乐！刘小龙嘛，飞龙在天，跟这个月宫仙兔一样，都属于是高高在上，因此兔年呢，跟龙年呢，两者之间实质上是紧密相连的。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嘛，所以这两者是很亲近，在兔年呢，相当于是你半个本命年了。所以祝福这个刘小龙啊，30来岁生日快乐。30来岁那比我小1岁呗，我属兔的，他属龙的，比我小1岁，跟我弟弟一边大。祝福这个刘小龙能够在自己半个本命年里能够做到小龙，代表啥呢？小龙就是青龙破晓这种感觉，飞龙在天嘛，那也就是说看到了就自己这种龙的身影，认清楚了自己内在的巨大潜力。所以差不多这一年呢，是他真正说开悟的一年，就感觉自己啊，确实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去处理更大的一摊事儿，所以有可能是要起步了。这个人，祝福这刘小龙啊。门，宇哥，在宝宝眼中，你每天晚上在桑拿房中自言自语，会不会觉得你魔怔了？就这个，在宝宝眼中啊。因为宝宝呢，他从小啊一下生的时候接触到的就是这种状态的我，所以他不会感觉我魔怔了，他只会感觉这就是主人正常的生活方式。他没事他就跟他讲，他是锻炼也好啊，其实他能理解，就好像说那狗没事搁外边，那可能说还叫两嗓子呢，所以他感觉这就是人类他们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能理解。陈双宇代瓦，请评价一下郎朗和那英在沈阳人民心中的历史地位，谁也略胜一筹，为什么沈阳出了很多违禁名人呢？郎朗在沈阳人心目当中的历史地位啊，郎朗有历史地位啊，我没感觉有多大历史地位。弹钢琴呢，钢琴这玩意儿
他你可以说是艺术家呗，但这东西曲高和寡嘛。阳春白雪跟我这种下里巴人有啥关联呢？弹钢琴呢，钢琴这种东西，我一般来讲啊，对于哪种更加尊重呢？不是技巧类的，而是创作型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是一位歌手，原创歌手，你能在你脑海当中谱写一首优美旋律，通过你的嘹亮歌喉呢，展现给大家，幽婉动听，沁人心脾，那这个确实是值得敬佩。因为你创作了嘛，你在整个这个音乐领域之内啊，你通过自己的这种艺术细胞，能够流传于后世很多传之甚广的音乐作品，这东西那是更值得尊重啊。弹琴在我的理解里啊，差点，更像是个工匠了。弹琴是不是弹琴嘛？就是固定的这个旋律，弹个贝多芬呢，弹个肖邦啊、莫扎特呀，固定旋律整一把。当然，你有自己的一些节奏和改变，大体不可能变的。音律这块不还是前人老祖宗给你留下来的吗？这种弹钢琴，未来有朝一日整个机器人弹钢琴，一样弹嘛？机器人啊，机器人弹的可能更好呢。接下来，但你机器人能代替人类的原创吗？代替不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弹琴这个事儿啊，和这什么这个。哎，演奏乐器，在我内心当中，我对于艺术的理解啊，演奏乐器，我感觉它没有这个原创歌手强的。原创歌手人家留下来的是音乐作品嘛，经久不衰的，甚至有可能。所以我感觉弹东西这些演奏乐器之类的，一般般吧。我当然我个人理解啊，我个人理解。所以郎朗，你历史地位啊，历史地位就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这点确实知名的音乐家。我理解的浅见，因为我对于这个比较高雅的一些艺术门类啊，本身没有兴趣嘛，弹钢琴呢，没有兴趣。那英也不是原创啊，那英不是原创，但是呢，他有他的独特的音色呀。你说郎朗弹钢琴，他能弹出来什么独特音色吗？没有，同样的钢琴，同样的这种旋律，自己稍微加一些节奏改变。无外乎摇头晃脑，看起来有一些不同之处。所以我在我的观念当中，这个弹琴这种玩工具的，因为其实琴就是一种乐曲工具，对不对？这样，你就很多人用琴去写这个自己的歌谱，用琴去创作。但你简单就是弹的话，那就工具嘛。这东西完全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简单就可以取代，整个机器让自己弹。甚至现在你不用人工智能放个歌，对不对？模仿钢琴的音，就弹就完了吗？没有特点，主要是这工匠，这跟这个我干木工活，我干啥的差不多嘛。而且它不就不是原创，也不是说你写出来这个交响乐，你这钢琴这部分篇章你自己写的，也不是，就你自己弹嘛。这跟尺子上弹钢琴啊，因为它确实是乐器之王，为什么呢？钢琴难度是最大的。这点我是有了解，因为早些年间我吹笛了，笛子是有上限的。为什么有上限呢？总共就那几个空位儿。弹吉他是有上限的，因为吉他你这个和弦再复杂，就这么这个六根琴弦，这是有上限的。钢琴几乎接近于无上限，这太复杂，俩胳膊俩手都忙活不过来，因为你大量的还有具体这个很远的，正常来讲你手要是小的话，你可能还费劲的，很远的弹这种这个和弦音。他弹这种啊，组合按键，这钢琴确实是上限非常高，上限很恐怖，但它无外乎也是一种乐器嘛，完全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人工智能，它只是乐器当中演奏起来最难的，属于是个工匠，弹琴，他是工匠。那英他有独特的嗓音，很多他这个唱的作品，起码呢，就他通过自己的嗓音和自己的演唱方式。能带给你不同，是不是这样？起码能带给你不同啊。所以郎朗和那英啊，他俩谁更胜一筹啊？那还是郎朗呗，因为你甭管咋地，那郎朗现在还活跃呢，那英现在都不活跃了。之前有过几个知名歌曲。说实话，从纯音乐的角度啊，也一般吧，也一般吧。他无法做到，就是一首名曲，流传于后世，也做不到。你比如说《征服》，那样那个《征服》挺出名的，但那《征服》仔细一听旋律，有没有那么强的穿透力呢？也一般般。那个《征服》，那样，
还得是朗朗吧。JKK4，国外新年汉字汉服都成韩国人的了，为啥我们就怎么不在乎呢？就为啥我们就怎么不在乎？国外，新年汉字汉服都成韩国人的了，为什么我们怎么就不在乎呢？汉字成韩国人的了，你这玩意儿不要听这个国内很多媒体啊，这个，添油加醋。再整那会儿，确实媒体这个舆论场有一种乱象，就好像说贬低周围国家，贬低尤其是东亚的其他的跟我们有一定竞争关系的国家，好像说他们都是属于是，听起来好像傻了吧唧的国家似的。实质上呢，那真实情况的话，不是说很多那个营销号宣传那样。他确实在有些方面，他们是想要竞争，想要铸就自己的文化自信，但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抢，甚至有些抢呢，不是官方抢，就是民间有一些少数媒体，他们可能说添油加醋，当地有民粹嘛，也有一部分的民粹思想，人家只是一家媒体，甚至影响力不大，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你把这个当成人家是全国普遍的共识了，这个也是有偏差的，这也是有问题的，就对方可能说一个小报提出来一个观点，你拿这个说事儿了，你感觉？看来这个整个韩国，他就是这方面的意志，也是瞎扯。你不要听这玩意儿，这玩意儿都是瞎扯。他们也就是抓对方某一个小报的一个观点，你去指责对方，其实也没啥意思。就好像那国内那各种声音也多了去了，你不可能说挑出来一个声音啊，就全中国人都这么认为的，也不是这样。所以你是这一类东西，这就是就这么回事儿吧。其实一听一乐。汉字那是很明显，那韩国人也了解汉字从哪来的。再早那会儿，在这个清朝之前，一直到明末，那不都是中国队的藩属国吗？附属国吗？当然，在东亚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圈。为什么中华文化圈呢？再早那会儿，中国最强盛嘛，周围很多那都是四方来笑。韩国他当地有他这个本民族服装，他那跟汉服有区别，他那属于当地本民族服装，跟汉服不一样。至于说他讲汉服，你不要听这个媒体带节奏，很多的媒体他就是瞎整瞎扯淡。顶尖硬货 FMVP，宇哥你好，我的朋友黄文祥家中有欠款，可他还大量花钱，并且与其父断绝关系，行为是否有根啊？你的朋友黄文祥家中有欠款，可他还大量花钱，并且与其父断绝关系，行为是否有根啊？家中有欠款，但是还大量花钱呢？那花钱你得看花到哪儿了，是花到创业了，还是花到赌博了，还是花到奢侈品消费了？所以你有欠款。有欠款大量花钱，如果说人家是励精图治的话，那问题不大呀。再者一点，有欠款出于什么有欠款呢？是给自己老父亲偿还赌债呀。那你这就是很正当了嘛，跟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因为父亲一直以来呢，在家庭当中不干正事儿，自己的老母亲呢甚至被气病了。那你这个情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那看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了。你这东西你仅仅就是给出几个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行为呢，你很难说到底是不是他的责任。当然，就你这个描述呢，很大概率这是个败家子儿，很大概率。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概率，有可能是励精图治之人。到他这代，他感觉，有必要正视问题了。那其实，在家庭当中也不能说一味妥协，正视问题了，看情况吧。那你要光知道花钱，那这人呢，就是基本算是废了，这辈子算是，没活明白，光知道花钱，欠一屁股债还光知道花钱呢，就没活明白呗。你像那个有一种观点呢，我也是比较排斥、比较反对，什么呀？就是盲目自大。那很多媒体就动辄就是说什么，整出来这种盲目自大，这是不可取的。你可以有自信，但你不能盲目自大。你比如说动辄就讲这个啊，日本人他如何如何活得困难，国内活得困难的更多。说实话，实事求是讲啊，那活得困难哪没有？
那国内活得困难的，真说在这个山区里啊，在这个农村呢、啊，你感觉他挣得多呀？活得也，很累。那国外也有活得困难的，那当然有，平均水平人家还是高，平均 GDP 搁那摆着呢。那国内平均工资才多少啊？那日韩那普通人平均工资合人民币10万多，那国内平均工资呢？你真说平均一下的话，之前那会儿不有报道吗？那国内这按照那种平均收入1000以下的，这种这个个人占比也不在少数的。年头家庭收入的话，他也是不算太高，也不算太高，挣的没有那么多。那国外吃不起这，吃不起那，那玩意儿你就不要信了。这就属于是盲目自大型的这种报道，这个就有点不可取了。国外也不是，就说什么这日韩他们当地人都穷得要死，穷得要死，吃肉没有问题，看你吃啥肉，进口肉嘛。大宗商品、大宗交易都能吃起，水果贵啊，有少数贵的，人家不是没便宜的。你国内你去大型超市看看，你比如说你去什么华人万家呀，去这个新玛特，你看里边包装好的那种精品水果、精品蔬菜，它多贵，两个这个青椒包起来那种卖，可能说就是15、16块钱；两个苹果包裹完整的，就那种精品富士啊，可能卖你20、30呢，也有啊。那你看国外很多超市卖都精品水果啊，精品水果可不贵嘛。那你街边那种普通水果当然便宜了，都有，人家不吃不起饭，所以这盲目自大这种报道是挺恶心的。徐兆雷，宇哥暴雪昨日，这就不能盲目自大，盲目自大这不对。徐兆雷，宇哥暴雪昨日宣布禁止中国炉石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此举是否宣告其彻底没根儿，请憨豆啊。暴雪昨日宣布禁止中国炉石选手参加国际大赛，此举是否宣告其彻底没根儿，请憨豆啊！禁止中国选手参加炉石大赛，炉石大赛那怎么的？是线下大赛啊！线下大赛怕怎么的？我们现在全员基本上也接近于都感染一遍新冠了，他害怕传染病呗？害怕传染病？哎呀，如果是害怕传染病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没有办法，那可能说，这玩意儿就是。但是一般来讲，线上吧，是不是线上啊？如果是线上的话，禁止中国选手参赛啊，那就不参加呗。什么玩意儿炉石啊？现在有几个玩炉石的？炉石传说那玩意儿好玩吗？这都已经是没落游戏，卡牌类的。你看现在这玩意儿，真说游戏性的话，那比手游能比吗？很多手游啊，人家多精彩激烈呀、啊！整个炉石玩意儿卡牌游戏有啥好玩的呢？不玩就完了，我感觉这也算是个好事儿，干脆就不打比赛了，这游戏就直接就，弃了，就凉了，就完了嘛，不打就得了呗，破游戏，这是暴雪历代出的主打作品里算是非常拉的一部，什么玩意儿呢？小游戏差不多。江鸟，宇哥新年好，祝宇哥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蝉联百大。蝉联百大我是一点兴趣没有，就是拿过一个就完了。你蝉联呢，这个蝉联就没有兴趣，就拿过一个就可以了，这算是已经心想事成了，再拿就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当然见吉言啊，这个江鸟，感谢这个江鸟的祝福啊，感谢江鸟。一个躯体里啊，库里 MVP 和 FMP 再各拿一个，能否像梅西力压 C 罗一样力压詹姆斯，成为第三代球王啊 ？MVP 再拿一个三个 ，FMP 没用，主要是冠军。冠军如果再拿一个，这个确实跟詹姆斯那就是互相之间可以探讨了。毕竟那你看从哪个角度衡量了 ，MVP 我不比你少，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了。至于说冠军这块呢，我比你还多呢，我5个冠军 ，MVP 我基本上可以跟你并驾齐驱的。反正能不能超越詹姆斯，那就有待历史的公论了。如果是东库里，他的职业生涯也是晃荡荡的，干到这个40来岁，那届时库里漫长生涯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呢，还会进一步堆积，进一步加剧。那届时能不能超越詹姆斯，那就双方之间，我感觉就能够并驾齐驱，起码是并驾齐驱，再拿一个 MVP 一个冠军，这就够并驾齐驱了。FMVP 没啥太大意义。福士德，宇哥 ，WoW 三四个种族英雄里边最喜欢哪个英雄啊？魔兽争霸三四个英雄里边最喜欢哪个英雄？四个英雄，你是这里边英雄多了，那里边英雄哪有只四个？那不16个英雄，每一家就4个嘛。
马尔扎马里四个英雄啊，兽族英雄肯定最喜欢剑圣啊。牛顿酋长只在少数情况之下能用他，你比如打这个谁呀、啊？这个精灵族，你可以首发牛顿酋长，最后呢整这么一个，什么套路呢？牛顿酋长是打着啊，对阵嘛，就一个阵，然后进去，哎呀。打精灵族一般来讲也是首发剑圣，不会首发牛头人，因为牛头人没有蓝的话，你能干啥呢？也是首发剑圣嘛。骑狼骑呢？狼骑因为他这个爆炸输出能力太弱了，对于对方英雄的限制能力也是比较平庸，所以这狼骑也不是兽族的主打英雄。狼骑只是在少数的那非主流的一些具体的战术执行当中，能让他首发，主要还剑圣，所以兽族主要还剑圣。二发一般来讲牛头打精灵之类的，一个地震嘛。打个牛头之类的，人类这块，人类我一般，人类通常我如果用人类的话，我很少首发 AM， 因为首发 AM 你正常按部就班这么打呀，不太好打，包括打兽族，对于英雄的保护，对方如果说真是先发 BM， 二发小 Y， 你这个大法师很可能被对方摁死，短时间之内就被摁死，你就频繁的奔波于。主家和外地之间频繁的买这个回城卷轴，这个就打得挺危险，反正你也可以来回跑，但这么打法就是不是我正常习惯的套路。我如果用人族呢，我通常首发帕拉丁或者是这个 MK， 你比如打不死族我进去就杀农民，打这个精灵族呢，打精灵得用 AM， 打精灵得用 AM， 如果是人族内战可以考虑首发山丘之王，然后爆火枪手也可以这么打，一波流嘛，也可以这么打。要是不死族肯定是首发那谁呀、啊、死亡骑士。当然如果是蜘蛛流的话，冰甲蜘蛛流可以考虑首发巫妖。还有一种打法就是面对人类，你可以首发那个黑暗游侠，黑暗游侠也可以，因为黑暗游侠打人类特别有优势，因为人类啊这个一级兵呢他们防御力比较弱，而且不怎么抗穿刺，所以你要是上来啊爆蜘蛛流，而且再结合这个黑暗游侠，等升到三级，你把周围矿点呢差不多已经清干净了，立马就攻他家，直接就算说他开了粉矿了，都能把粉矿推掉，所以可以考虑用这个黑暗游侠。水果一般，宇哥。软度费舍尔卡特保罗格林火花谁的下限更低，请给他们排个名啊。下限更低那保罗呗，保罗领军残阵，即便说旁边没有太多帮手，常委的战绩也不老化，甚至很有可能干个这个第三第四之类的，保罗下限比较高，格林没有下限。卡特呀，卡特下限也不行，也很一般。费舍尔当然卡特领军基本上是能打季后赛的，那很少出现，当然在猛龙最后一个赛季打的不行，所以卡特也一般。费舍尔没有下限，软度啊，杜兰特起码能打季后赛，这点杜兰特仅次于保罗吧。库里强于詹姆斯，宇哥记得你说篮网12连胜除去 1.5 是全联盟实力最深最强阵容，怎么缺了个立棍伤害球队的 1.5 连输弱旅啊？立棍伤害球队的 1.5 啊，那杜兰特之前我都讲了，连胜阶段杜兰特是伤害球队吗？不是伤害球队啊，他已经融入球队了，就是说他的打法呢不再像过去那般耀武扬威了，就是过了半场之后不是说大量伸手立即要球了，其他点呢正常运转，没有机会再给杜兰特，这是杜兰特之前连胜那一波打出来的很好的团队的默契和积极的融入，这是之前吗？那你要说没有了杜兰特了，突然间战力折损，而且篮网啊本身属于是攻强守弱，其他那哥俩呢领军带队能力啊原本下限这块就非常低，他俩即便说俩人搭档俩人配合也很难攻克强敌，甚至打弱旅呢也没有必胜把握。篮网队总体来讲，就是杜兰特前一段时间发挥确实挺好，篮网队呢也打出了他们本赛季的高光的差不多10来场比赛，当时杜兰特也是自我的这样一种单打立棍的意思呢自觉的进行了一定的压缩和收敛，所以打就好嘛。现在没有了那么积极融入团队的杜兰特了，战力受损，再结合篮网队原本就仰仗于三巨头才能碾压其他球队，没有三巨头那甭管剩谁俩，篮网队这个求胜啊难度都大大增加，这个队伍是依靠三巨头型球队，没有三巨头那就是
不好赢了，胜率这块估计呢也就是30%左右，算撑死了。打10场能有3场，就算是已经挺露脸了。你赛季初期那会儿，杜兰特前6场比赛只拿下1场胜利，前6场是1胜5负。当时是杜兰特带队，那会儿杜兰特甚至旁边还有凯瑞文，偶尔还有本西蒙斯呢，也输。因为初期嘛，当时那会儿啊。你必阿宝宇哥今年是兔年，塔兔会夺冠吗？如果夺冠，明年龙年谁会夺冠呢？哎，你还别说，真是哈，今年是兔年，杰森塔图姆他是不是属兔的？塔图姆是，哎，他不是属兔的，他是属龙的。哎，他属虎的吧？98年的嘛，98年属虎，正常来讲，98年的，我是87年的，正常来讲，99年生人的是属兔，属虎，塔图姆属虎。按理说去年是本命年，是不是？去年是本命年，塔图姆啊，就是邪眼呗，属兔啊。今年我感觉卡尔森夺冠差不多，目前概率挺大，因为勇士队至今为止也没行啊。就之前那会儿库里休战，确实是打出了一波连胜高潮，但是纵观全年的话，属于勇士队的高潮爆点实在太少了。你包括篮网这样的，他尚且打出了10多场比赛的高光发挥呢。胜率这块甚至10场比赛就输1场的，所以属于勇士队啊，今年，没打出一波持续比较久的好状态，那对于勇士争冠来讲肯定是一大隐患。在这个目前西部这个形势愈发复杂了，很多球队呢，因为重要的战力回归啊，再结合呢年轻一代，他们本身随着岁月的推挤，岁月的向后推演呢，自身实力也在不断的登高望远。而斯通库里呢，毕竟是年龄上涨了。34、35岁高龄运动员了，他的竞技状态如果说想要再攀高峰的话，难度很明显超过那些年轻新人嘛。所以勇士今年这争冠前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乐观了。至今为止战绩呢也是赢一场输一场，赢一场输一场，比较坎坷。卡尔特人现在打得挺好，塔图姆这场比赛拿下勇士之后，接下来争夺 MVP 呢，估计如果说是正确评选方式的话，几乎就是板上钉钉了，战绩一骑绝尘。而且在联赛当中没有怕的对手，没有遭遇任何潜在强敌的双杀，甚至面对年轻一代跟自己几乎并驾齐驱的卢卡东奇，完成了2次凌虐对手，塔图姆都占到了上风。并且塔图姆这个人啊，他拥有是非常强的登场时间的伸缩性。你看这卡尔特人为什么能赢金州勇士啊？说实话，卡尔特人呢，他拿出的是季后赛级别的这个用人态度。马祖拉呢没有收着用塔图姆，当然这点可能说也是根据塔图姆自身啊，他这个过硬的体力。你看塔图姆打了48分钟，那就是说加时赛打满，常规时间只歇了5分钟，你这个就完全是季后赛的出场时间的规划了。但塔图姆呢丝毫是没有怯场，面无惧色，无外乎多打几分钟而已嘛。你看塔图姆到了加时赛也没有手扶膝盖，就只罚球呢，甚至就包括他抢篮板也都属于是英姿挺拔往那一站，跟其他人抢篮板，通常就是不会说展现出一种很消极的体力透支的这种身体信号。所以塔图姆体力好，体力好就是优势嘛。那你说勇士队敢不敢跟进卡尔特人的用人策略呢？大量用斯通库里呢，这就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勇士队这种败了？实质上勇士队这场比赛打的已经挺好了，甚至常规时间最后阶段如果要防守这块稍加注意，甚至能拿下了，但没有办法。对于勇士来讲，阵容当中老将为主，这个伤病抗性呢，不像说凯尔特人那么强。核心主将年岁增高之后，他也不敢毕其功于一役，突然之间陡增他的出场时间，所以最终就赢了嘛。赢完之后，其一就是展现出来了凯尔特人啊，他能向这个更极致的阵容搭配有这种探索的条件，包括杰伦布朗打到季后赛的话，也可以一场比赛甚至打满。这是年轻球队他们拥有的优势，而老年轻球队呢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再者一点，这场比赛赢完之后，塔图姆对于自我的信任程度啊，对于自己的自我认知啊，那肯定也是更进一步啊，就击破了心魔了。起码我就是直面金州勇士，我是能赢的，靠自己实力啊。而且这一场比赛总体来讲发挥不差，砍下34分，19篮板，这叫差。你要不怎么说主角一换呢？当时那会儿那指不定吹到哪去了，你知道是凯文杜兰特带队赢的勇士，那杜兰特那立马就是可能说这赛季又是当球王了。但你看塔图姆赢完之后呢，
面对的是上赛季总决赛的对手，塔图姆赢完之后呢，外界仍然是抨击，仍然是找茬，有意贬低。其实塔图姆发挥已经很好了，你说啊，他有几个回合失误，你不得纵观全场吗？你怎么没看到塔图姆防守端这个作用呢？你说塔图姆表现不好，其实勇士队核心主将表现好的也不多，为啥？这种对抗环境没有几个人能正常发挥，你别忘了这是总决赛，两个对手相遇啊，那防守强度都高，你包括勇士这边很多大腕，他其实表现这块也是低于平时水准的，没有办法，你这种激烈比赛，他当然个人不可能说像虐菜一样打那么亮眼的数据，效率啊，所以塔图姆这效率本身不算太低，27次出手，但拿了34分，还有19个篮板呢。这场比赛打了48分钟，打得已经相当好了，因为对面也没有比塔图姆打得更好的，属实是这样，包括库里在内，他这场比赛打都没有比这个塔图姆打得好，你纵观全场塔图姆打得最好的。明天直播吗？明天晚上不直播，但是解说，明天就是上午8:30解说勇士对战骑士，当然这个也是凶多吉少，客场挑战嘛，也是凶多吉少。勇士队毕竟打背靠背，估计克莱汤普森不一定能打吧，一直以来不就是吗？一旦说背靠背的话，汤普森就得歇，不太好打。当然汤普森歇的话，那就是让乔丹普尔上，然后呢，三号位就是维金斯配合卢尼格林打传统阵容也不是不行，不是说汤普森就必不可少。板凳席迪文琴佐呢，还有不一定非得用汤普森。绝密伏击宇哥，今天凯尔特人差点主场被横扫，看来还是勇士，才是凯尔特人的劲敌。西部勇士是不是季后赛没有压力？季后赛肯定也有压力啊！你要是没有压力，因为现在勇士队这个起伏也很大，而且客场呢，面对相对来说多少有点不利的吹罚，他这个抗性也比较低。这一点就不像说一些真正的顶级强队啊，他们呈现出来的客场姿态。你可以说啊，勇士队一旦打客场，客场如坟场，裁判这块是有意针对金州勇士。但是那其他球队打客场，他也是经常遇险的，面对裁判的不利吹罚，他也是心惊胆战的，但人家怎么能渡过难关呢？说明勇士今年至今为止还是不够稳。说实话，勇士队再找那会儿这个普尔啊，趁着库里有伤，当时打出了那一波连胜呢，让勇士队看到了新希望了。但起码目前库里复出之后这几场比赛还是5-5的战绩发挥，这勇士队什么时候能够说这个全员阵容齐整了，打出一波长连胜，那会儿你才能讲就是卫冕冠军呢？看来雄姿英发，属于他们的这种战斗力呢再度找回了，但目前来看还没有找回，那就得是起码就现在这个角度讲，勇士队呢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凯尔特人差点主场被横扫啊，那不是差点吗？差点那就说话就讲的没有意义嘛，你不最终你得看这个结果嘛，结果就是没行。你可以讲凯尔特人他有点打的没有那么讲究，让塔图姆打了48分钟，但问题是人家有不讲究的基础啊，人家都年轻嘛，你可以讲那人家这种用法属于是季后赛级别了，但是人家就有这条件，人家属于年轻球队，那老迈球队那你就没有这条件呢，最终败了嘛。地冲阿瑞，宇哥评价一下郭家是否可以抗衡诸葛亮？抗衡啥呀？郭家你他也没有什么奇谋啊，而且他无外乎是个谋士。郭家就有一些点子，有一些策略，听起来好像挺好，但是年龄短呢。再者一点，就算说他巅峰期没组过事儿，他只是一个谋士，提建议的，这多简单呢！您当时那谁或那个卢克沃顿在勇士时期提没提过建议啊？惊天伟地之才，当时俨然呢，提的啥建议呢？建议伊戈达拉打首发，面对克里夫兰骑士，改变了系列赛的形式吗？那你说是不是卢克沃顿从当时那个时间点来看，未来的话也足以和奥尔巴赫比肩的，和指环王奥尔巴赫比肩的，比不了肩，为啥？你提建议多简单呢？那我要是当助理教练，我也可以提建议，我说这个，让伊戈达拉首发，然后打下一组系列赛呢，让迪文琴佐打首发。我就提，就要让我找理由，也有理由啊。那可能说打小阵容嘛，那
兵出险招，出奇制胜，听不听，那不得再师傅科尔吗？那人家科尔可以说，面对总决赛啊那样一种情况，眼看骑士队有可能要逆袭，当时对于科尔来讲啊，他就是听取众家之言，你们都可以提意见，但我就是听，听你们的理由，最终判断还得靠自己。一旦说我选择错了，我判断有偏差了，这个系列赛输了，责任还得是我来扛，锅还是我来背。就是说你们提的建议，随口一提嘛。你要是提建议的，你就不背锅，你输了也不能赖你，赖主帅。所以提建议，因为他，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负担，我就可以提呀、啊，输了我也正常提。因此，你像国家呢，光能提建议，他没主过事儿，诸葛亮是真正主过事儿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顶多算是一个优秀的助理教练，而诸葛亮呢是顶级的名帅，一线名帅。那你助理教练跟名帅你咋比呀、啊？所以他这不行，国家一般也就是。他如果主事儿，那不见得，能行的。提了很多建议，他也不见得有那种大胆，就敢干呢。林凤春兰，如果詹科、麦瓜、诺、应、福，那生涯在2015年开始，各自生涯成就会比现在成就更高吗？或者数据更好看呢？在2015年开始，詹姆斯如果生涯在2015年开始，数据肯定更好看。那你这早些年间古典篮球，那拿点数据多难？那当时一个赛季，詹姆斯就是状态最好那会儿，那可能也就是26、27分，再多一点，无外乎就刚刚30。你看现在年龄多大，还能打出来30分呢？所以詹姆斯要生在现在呀，那得分肯定会更多，科比也会更多呀。麦迪也毫无疑问，都一样，他们都一样。这些人上到现在的话，数据肯定都会更好看。至于说成就啊，成就詹姆斯成就，詹姆斯如果是生涯在15年开始，那没有篮呗，就篮差点，科比也没篮，篮都差点。麦迪可能说投篮，麦迪其实也一般投篮。安东尼移动慢，诺维斯基不行，诺维斯基这种大个现在已经有点被淘汰了，真说打季后赛的话不怎么太好用。加内特他现在不是主打内线的时代，尤其他又没有强攻。蒂姆邓肯也不如当初，纳什也不行，因为纳什这个风格在现在啊没有那么出挑了。你说就凭借他这两下子，组织再加上有一手空位投篮，他能这个在联赛当中目前控卫盛世当中也是鹤立鸡群嘛，根本做不到。当年为什么能呢？小球时代还没有拉开，就他这种打法特点再结合呢，当时那支菲尼克斯太阳他们打出的有点变革意味的这种新的篮球的战术思路，这一下引领时代了。所以当时那会儿很多球队他拼常规赛战绩根本拼不了他，那时呢凭借个自己稳健的表现呢，大量的送出助攻，当时那会儿看起来也算是领导后卫线了，但现在肯定不行。你说你这帮人拿到现在2015年重新开始职业生涯，没有一个会比当年那会儿混得更好的，还当年最适合他们。邓肯能打死追梦啊，打死追梦。你当年早些年间那会儿，蒂姆邓肯在 NBA 联赛当中叱咤风云的时期，那蒂姆邓肯也不是说高效到让人这个感觉恐惧，无外乎真实命中率就57%，也就这样，跟那个沙克尔奥尼尔啊，他俩几乎接近。也不是每支球队都有低位的防守巨兽啊。你在这个时代，你让邓肯打瓦伦丘纳斯之类的，他能说啊我真实命中率干到65%吗？他也做不到。邓肯罚球还不好呢，我就扛着，你能打我就扛着，你低位想要背身我就夹击，就这么简单吗？你还能拿多少分啊？你比如邓肯就是在现在他一场比赛能拿多少啊？30撑死了呗，你还想拿多少啊？那拿30怎么的？怕的要死啊！你不至于怕的要死。而且进攻这块，我可以把蒂姆邓肯调出来，让他疲于奔命嘛。邓肯还适合传统风格的篮球比赛，他作为防守端的中流砥柱，在现在的话，防守那他肯定不行，移动速度不行。胖熊吃竹子，请问今年勇士是否会进不了季后赛？勇士今年会进不了季后赛啊，你这明显太低估了。勇士队我认为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一是有点倒霉。你比如说在场上啊，这个很多回合呢没把握住，关键时刻呢
这个防守布置，包括进攻表现的有点大师水准，不像卫冕冠军级别，像这种球队应该展现出来的沉着冷静，所以有点倒霉。最近这个勇士队，要不然你比如说今天打凯尔特人十四场最后阶段都不应该输。这个如果看录像回放的话，维金斯格林都得挨主帅的教训。就这回合你怎么防守的？落后三分你怎么能放对方投空位三分呢？这都是不明智的，差那么一点其实就赢了，挺倒霉，这种败了，被对方逼到这加时赛了，这都是很遗憾吧。但打不进这个季后赛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判断最终勇士队的排位啊，不是第三就第四，最好第四，第四挺好，打掘金嘛。我如果真说能拿下掘金的话，那对于勇士来讲也算是很露脸，毕竟掘金约基奇领军呢，那你不比打莫兰特强啊？莫兰特级他在联赛当中才多点声望啊，要打就打大个的，要爆就爆，把这个约基给爆了。约基奇领军掘金，他不西部第一吗？那第二轮我就拿下西部第一，这样一来勇士队如果最终登顶啊，含金量好像说也是骤然提高了，就打掘金排到第四挺好，第三就不要了。反正现在争取拿第三呢，压力有点大，不太容易拿到第三，第四第五就行，第四第五，第四第五稳的。你现在距离第四第五没多输几场，因为西部就这样，西部现在这个格局啊出现了一轮大调整，包括之前的爵士、开拓者以及在整那会儿打得挺好的那个太阳都往下掉了，因此往上上去的呢都是后来居上的，因此他们战绩跟勇士根本没有拉开。现在西部的环境最终就是能排到第四第五，首轮的话拿下没有问题，打第四第五，第二轮呢干掉掘金，第三轮再打灰熊或者鹈鹕，这么着。吉米福吉宇哥，勇士二月份打的都是森林狼、开拓者、奇才、雷霆、湖人这样的队，没有特别强的，如果都拿下是不是西部前四就稳了？因为勇士啊他是属于哪种呢，像这种球队因为赛季初期那会儿经历了队内的混乱，经历了德朗德格林呢痛失自己队内领导权力，所以呢就内部关系这块啊他需要时间去不断的消化这支球队以往积累下来的一些友情伤痕，需要消化，现在已经消化差不多了，再打一段时间吧，再打一段时间，正常来讲表现不至于这么差，现在可能说也是内线没有替补，要是有怀斯曼我感觉能打得更好，有怀斯曼呢，库隆加无所谓，包括穆迪之类这都无所谓，穆迪我认为有必要送走，没有用，他留在勇士队一点用没有，库隆加多少还有点用，那穆迪防也不行，攻也一般般，穆迪可以考虑交易了，交易换来个老将啊，能投能防的这种三 D 也行，即将合同到期的也可以接受，换个这种。徐静宇是球王，宇哥今年春晚有你老乡毛不易唱定制歌曲，可有根儿？你觉得毛不易在歌坛是 NBA 中的谁啊？毛不易他不就之前有个什么我这样知名的人，我这么优秀的人，是不是？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能经历这么多问题？他就唱那首歌，你叫什么玩意儿？我这么优秀的人，是不是？毛不易有一个这歌唱的，反正歌词写的挺有意思，对不对？歌词写挺有意思，就这首成名曲嘛，其他毛不易还有什么代表作吗？其他呀，反正我据我了解就这一首歌比较知名，当然已经挺难得了，因为毛不易据我了解岁数不大，小伙看起来呢也是挺年轻，考虑到蔡徐坤作为同时期出道的也是一位演艺明星，蔡徐坤尚且无外乎成名作呀，鸡你太美嘛，所以各自有一首成名曲已经不简单了，这就不可能说一蹴而就，万事万物呢在于积累，尤其职业生涯，所以毛不易还可以有一首成名曲，甭管咋地，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还行，毛不易挺有根儿，上春晚了，这届春晚没有蔡徐坤呢，不得不讲这个春晚没找蔡徐坤这事儿，可能说蔡徐坤怎么的颜值，娘啊是如何？你仔细看，现在这流量小明星有几个？你看起来高大威猛的，看起来五大三粗，跟长得跟这个史泰龙似的，有吗？不都长差不多吗？没选蔡徐坤，这我感觉可能是蔡徐坤挺忙，也
不怎么太贪恋名利，毕竟春晚舞台嘛，名利场，互相之间彼此争名夺利几时休呢？所以蔡徐坤老师现在是不是到田园哪个这个乡下别墅，就是想埋头创作呢？也有可能。反正春晚没有蔡徐坤就没啥意思。要是有蔡徐坤呢，能够掀起收视狂潮；没有蔡徐坤，看啥劲呢？看以前那些老人啊，没啥意思。释怀，主播如何评价柯洁？觉得他以后还有拿九冠的可能啊？柯洁呀，柯洁，我认为未来就主要干这个主播就挺好。就啊，当然他能力实在太强了，因为现在这个起码是东亚文化圈，中日韩还是挺重视围棋的，尤其韩国嘛，那当地那什么李世石之类乱七八糟，只要说是九段棋手啊，在韩国文化体系之内还是挺受尊重的。所以柯洁以他的水准，哎呀，他当主播要不怎么说这个有点大材小用？当然，他主播他也挣钱，那柯洁呀，只不过他这个职业棋坛生涯不可能放弃。而至于说詹颖就不一定了，当然詹颖可能说也会考虑继续这个下职业围棋，但他能力有限呢，那就是纯粹就是为了直播效果了，或者说自己出于对于围棋的热爱。但是这个柯洁他可以一直下围棋，那围棋奖金也不低，那一届这个大赛下来之后，那柯洁有很大概率都能夺冠的。一旦拿了冠军呢，那奖金也是大几十万，是不是？甚至有这个奖金高的百十来万吧。柯洁再加上一些赞助费用，柯洁不简单呢。所以柯洁呀，能不能拿第九冠呢？第九冠差不多，因为现在这围棋说实话哪有新鲜人啊，你年轻一代没了，柯洁属于最年轻最有后劲的，还有一批都是老将了，那些老将他们还能探索吗？还能自我学习吗？柯洁目前这个年纪还是拥有自我学习的潜力的，就是我根据什么呀，和什么这个 AI 对象，我能够提高自己。但是你要是超过30以上的这些棋手，提高不了自己了，水平基本就那样了，对于围棋的理解，你的棋力不可能进一步精进了。那其他人呢，就是没有前途了，柯洁只会越下越强，未来不光9个冠军，18个冠军都有可能，未来就是柯十八了，今后差不多就他有前途。年轻太年轻的没有棋手了，现在哪有小孩现在家大人给他专门送去学围棋的？不学了，因为围棋现在越来越看起来有点像个小游戏了，是不是？就跟电脑上一个小游戏差不多了，下棋嘛。所以柯洁未来还拿一把冠军。如风一曲作为音乐创作者兼表演者，想纠正你一个误区，演奏家歌手是有二度创作的，音乐最终呈现效果很大程度靠表演者呀。你说这不音乐吗？演奏家歌手是有二度创作，演奏家呀，他确实有二度创作，那不是非常有限的二度创作吗？那事实不就这样？那是你原创吗？就是从啥呢，我翻唱其他人的歌，我有没有二度创作呢？当然有了，那我唱的不可能跟黄家驹一模一样啊。那你有二度创作能说明啥呢？你这归根结底你创作这个难度是很低的，你随便拉长个音变个调，你有你自己的一定理解，这玩意儿创作不也完全是属于是什么剪现成的也差不多嘛，就人家答案都已经给你备好了一张卷子啊，你呢稍微就探索出来另一种这个运算方式，顶多就这点意义，其他的意义没有。或者说呢，你看人家给你写完一篇作文了，你把这当中几个词呀稍微改动几下，标点符号逗号改成句号，叹号改成问号，稍微改一改，整个语气这块可能都表达呢有了一些异同之处了，那就是这么个改法嘛。所以你这个是有这个二次创作，二次创作这个程度是比较低的，那还比较低。千万年一出，宇哥，假如你准备去厕所，一共只有两个单间，峰哥和杜兰特同时从两个单间走出，你要选择哪一个继续用？选择哪个继续用？那肯定还是峰哥呗，因为什么呢？这个杜兰特呀，
他生活当中有大量的坏习惯，包括之前那已经有过数个知名媒体报道了，甚至杜兰特呢还替一些大麻公司代言呢，就是说他是要倡导大麻这玩意儿这个如何如何啊。杜兰特自己的切身体会，你看我现在这个看起来一团的精气神，身体这块也比以往那会儿啊看起来更加干爽利落了，瘦小的现在反正起码是体重比之前轻了。这个杜兰特呀，他老倡导这玩意儿，所以他没事儿，他要是这个在厕所里刚出来，很有可能边点着烟啊边上着厕所，而且他这个排泄物呢很有可能都是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再结合那个环境，我万一吸了二手烟了，把我再给这个带坏了怎么办？起码峰哥他不抽烟，而且喝酒也少，平时吃的呢似乎说也不多，峰哥这块还行。而且峰哥你看他这个那个油腻的发型啊，很有可能生活当中还是比较便秘的，蹲了半天没蹲出来，所以这个出来之后一点味儿没有厕所里，所以峰哥那个可能比较干净，杜兰特那个环境太埋汰了。第二最爱宇哥，我怕三十晚上的祝福太多，初一的鞭炮太少，初二的菜肴太香，您会看不到我的消息，所以今天给您拜个早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感谢的第二最爱啊，这位老观众，非常感谢，欢迎第二最爱。至于说祝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也同样以你的这个祝福啊，还施彼身，同样的这个美好祝愿施加给你，希望你也能够在来年呢芝麻开花节节高嘛，新长了一年的经验，那么你在事业之上啊必然会有更高的成绩，希望你能够说做到内心所想心中所愿，能够万事如意，思想能够想到的脚步这块也能跟得上，祝福你啊第二最爱。MASTERJCK 宇哥怎么看待暴雪的绿茶行为和网易对暴雪的行为的回复啊？暴雪的绿茶行为，就是说这个合作到一半，他不打算合作了呗？不打算合作了，他有点说啥呢？我感觉这个事儿你要说仔细分析啊，双方本质上谈不到对错，这就是商业博弈。因为你确实合同到现在的话，涉及到续约，续约呢，那就是双方的磋商。对方有对方的诉求，你这块呢有你的想法，彼此之间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看到底谁愿意妥协，谁呢认清现实，认的可以说更加清晰。所以你得怎么分析呢？这个事儿实质上你要说谁背叛谁呀、啊？谁又是如何这个通过啊，趁着对方接下来一天可能说股票要开盘了，所以呢突然之间就借助这么一个客观背景，想要叫一把价，做具体起价，那也是人家的商业手段。商业是残酷的，但是商业呢，也是不夹杂太多感情因素的，更多就是理性判断各自，是一种商业的博弈。最终我感觉呢，你要说从感性角度去攻击暴雪如何呀？这个就是有点孩子气了。更多应该是啥呢？这暴雪这个公司啊，有点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在他已经江河日下的江湖地位的情况下，没有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跟那个网易叫板，网易根本就不虚他了。那网易有大量的原创游戏，为什么说我要吃这碗下眼食呢？你要是跟我和颜悦色的探讨，适当的要求一些你的诉求的话，我或许可以凭借长久以来合作的顺利，我会给予一些退步。但你要说拿我完全当当年十几年前的无限阿蒙，那暴雪没有这个资格条件跟这个网易讲这种高的价码了。你这种诉求呢，你就不明智了。现在暴雪已经声名狼藉了，你还哪有脸说这个要求那么苛刻？本质上是啥呢？是这个暴雪管理层啊，他在商业上做判断这会儿有点太过于高姿态了。就现在这种高姿态已经不适合你再展现了。如果放到十五年以前，那暴雪就是极高姿态，那愿意接暴雪活的那也是大有人在。那会儿你可以，因为你强势嘛，你就可以高姿态。现在没有高姿态的这个条件了，但是仍然维持高姿态。这尊严呢，不是靠说你坚持就能够得来的，而靠什么？靠你的能力，靠你的影响力获得这种尊严。你暴雪现在就是勉强兜着自己这个脸面，不愿意低三下四，不愿意低头。但实质上，暴雪已经不行了。他这家公司呢，就已经失去了当年那种创业热情了。再早时候期呢，暴雪那多受尊重啊，精益求精，B
必属精品嘛，任何一丁点细节也宁愿打磨，即便说浪费这个游戏啊尽早出台他这个时间，我就是希望呈现完美作品。这是早些年间的暴雪，每个人对于游戏是有理想的，现在暴雪是没有理想，完全就是一个商业的巨型的游戏机构了。而且这个暴雪公司经历了一系列的改换门庭合并啊收购之类的，这个内部人员呢也是人心浮动，也是差点，现在暴雪越来越不行了，老人都走没了再找那批。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期啊，这个因为我是学市场营销专业的嘛，还分析商业案例呢，我就分析过暴雪，之前在找那会儿分析过暴雪，当时呢暴雪都是正面信息，魔兽已经不行了，实时的魔兽已经步入到职业生涯这个游戏寿命的绝对晚期了，现在魔兽是根本就不行，这个游戏无论说画质那就给人带来的这种冲击力，还说呢这个游戏内部运营的生态，魔兽世界我判断啊，它最终能够活的年头呢都不一定比得了这个梦幻西游，梦幻西游这里边这个游戏生态都很完整，它形成一种内部的良性循环，通货膨胀都少，梦幻西游魔兽世界连这点都做不到，现在魔兽世界这已经是迎刃而成变成一个烂游戏了，现在啊就到现在这个最新版这魔兽世界没有什么玩的乐趣了，它就已经是魔兽世界就完全是生命后期，就仅仅是靠一些忠实的骨灰级玩家，骨灰级玩家都是到点打卡都这种游乐心态了，没有什么进取心了，这游戏阿友的家乡机，宇哥新年快乐，红色警戒二，你喜欢用哪个国家？谈谈谭雅这个角色对于盟军的重要性啊。谭雅对，我印象中有这么一个角色，谭雅对于盟军的重要性啊，她是一个女兵嘛，谭雅是不是，这谭雅是主要是起什么作用了我也忘了，诱惑对方，不是诱惑吧，谭雅的功能是什么玩意儿的，我就知道有理，所以说我最愿意用哪个国家呀，你要是改版的那肯定乐意用中国呀，那中国实力强吗，那蹲地兵呢多扛打呀，美国呢其实美国实力也强，美国各方面的科技一应俱全，再找那会儿我要是娱乐性的玩儿，我愿意用法国，法国巨炮嘛，这玩意儿攻击范围挺广，但实质上没有那么实用，法国什么利比亚呀、伊拉克什么自爆卡车，这个东西杀伤性也有限，等你出到这些东西黄菜都凉了，你都被对方推掉了，当时主打还是天启坦克那会儿，所以通常我要玩啊还是用这个天启坦克，是美国的吧，是不是，美国一个大兵好使，再有人家有天启坦克吧，美国是不是有天启坦克，应该是有，其他很多国家没有天启坦克，据说光线坦克那个坦克战斗力不行一般，苏联的天启坦克呀，啊是苏联的天启坦克啊，对，美国是那个光线坦克，光线坦克不行，还是苏联吧，苏联那个天启坦克比较厉害，天启坦克这是主打的，你至于说出什么飞机之类的都扯淡，飞机不抗揍，飞机你对方可以造防空啊，飞机过去被防空打掉，防空它还皮还特别硬，你要是想用飞机打掉防空不太好打，防空随时都能建造，随时都能起，你要凭空军碾压的话不容易，就这个星不是，就这红警这个游戏呢是不能指望空军的，空军不行，你指望空军碾压太难了，只能说地面不对，坦克是为主，就是主要天启坦克就这玩意儿，步兵就初期，但是你指望初期把对方推掉也不容易，就是天启坦克。如风一曲，作曲家的乐谱只限定高音和节奏框架，而音乐具体细节呈现的色彩、气质、风格等由演奏家掌控啊，啊，只限定音高和节奏框架，那不节奏框架都定了吗？你就好像说邓紫棋她翻唱这个 Beyond 的《喜欢你》，她有她的改编，她有她独特的这个声线的魅力，那你要说她功劳大，还有这个喜欢你黄家驹他演唱，再加上黄家驹原创，你说他俩谁功劳大，谁这个是真正的创作性艺人呢，那明显黄家驹啊，那邓紫棋唱的也挺好，最多加了两成，因为他总体你算评分的话他最多是三分，而黄家驹呢得算是十分，因为人家原创的作品呢。
卢文许奖项包含，奖项含金量包含获奖所要完成的所有成就，FMP 代表赢到最后，对，是对冠军功勋的表彰。奖项含金量包含获奖所要完成的所有成就啊，所有成就，奖项含金量包含获奖所要完成的所有成就，FMP 就代表赢到最后呗。FMP 它不代表赢到最后，因为之前赢那些系列赛啊。不被 FMP 所包含，之前呢有之前的逻辑，FMP 只评判这一组系列赛的逻辑，因此你这个呢不可能说，不能这么划分，这么划分它是缺乏逻辑基础的。前面这个打得再好，跟 FMP 评选给谁没有关系。胖熊吃竹子，请问今年勇士是否之前讲了？昌星、宇哥、安东尼能进名人堂吗？能评价一下瓜哥在尼克斯和掘金的打法变化吗？安东尼进名人堂啊，稳的，一届得分王足以支撑安东尼大步干进名人堂，而且他职业生涯打得又长，晃晃荡荡也算是20来载，干到了39岁呢。因为安东尼比这个詹姆斯大一岁，所以考虑到他呀也是20左右那会儿就进入 NBA 了，18、9年在联盟效力，再说积累的这个数据表现呢。也差不多接近历史前十附近了，得分这块嘛也是接近3万来分，所以安东尼也不简单，他能进名人堂。瓜哥在尼克斯和掘金的打法有变化吗？尼克斯和掘金呢？尼克斯就是毒夫打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回合，如果说他没摸到球，当时安东尼立即就面露不悦，当时表达一种不满。如果教练呢，整个这个战术体系啊，不倾向于让安东尼大量就是中距离开火，那么安东尼啊，对这个教练甚至都是保持反对。比如说之前菲尔杰克逊嘛，尝试考虑让安东尼融入到三角进攻，根本融入不了，安东尼天生就不适合干这个。尤其当时他那个心态，他那种比赛的态度，重数据，更重于团队荣誉。就团队这块儿，自己如果不打，团队节节取胜，自己反而不是特别开心。团队赢必须得有我。甚至团队败，只要说自己数据更好，安东尼也不是很在乎。当时安东尼就这性格，就跟斯塔德迈尔原本有机会俩人共同携手，但斯塔德迈尔低位分得球权嘛，他也不怎么太乐意。安东尼，当时尼克斯时期，我认为啊，是安东尼整个职业生涯最狼藉的一个阶段，还不如他在掘金时期。掘金时期，阿伦艾弗森名望搁那摆着，安东尼在艾弗森面前也属于是一个小迷弟。再结合初入联盟嘛，那会儿所学的东西啊还有很多，自己对于自己的认知呢，也不是说在队内我非立棍不可。因此在掘金时期，他还算可以，没有说那么唯我独尊，没有说那么独辅作派。掘金时期还行，那个我感觉是真正的卡梅隆·安东尼的巅峰期，0910，当时态度也好，能力也强。但到了尼克斯之后就不行了，他就感觉自己是个腕儿了。就跟联赛当中这我跟勒布朗詹姆斯、德文韦德有啥区别？我到哪儿呢，都得是球队绝对的主导。等再转会到了雷霆，那就已经是风评急转直下，甚至因为在雷霆打的那一年没打好，一下呢差点失业。到火箭呢，算是给予他一个新生的空间了。到火箭之后，就是让他的职业生涯呀得以延续。加盟开拓者呢，属于是生涯最后燃烧一把。至于说加盟湖人呢，这个加盟就是可有可无了。在开拓者时期还多少打的有点样，打季后赛之类的也能有点表现。那到湖人呢，就是强弩之末了，还有点能力，但防守确实是，如同空气。进攻端这块有点表现，那也属于是生涯末期嘛。当时那会儿也是这样的，在开拓者时期还多少值得纪念一下。血缘双子宇哥，如果你学会了八门遁甲，那么你觉得你需要开几门能在职业拳赛当中打赢巅峰泰森呢？学会八门遁甲呗，这东西属于是，人体内部的，相当于啥呀？氮气加速。就你看没看到那个凯呀？他是怎么这个，整的？就是这个整法的。他这玩意儿不需要结印，需要啥呢？查克拉，拇指查克拉，啪嚓往自己这个心脏啊各地方点。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短时间之内的迅速爆发，封锁几个穴道，然后让这个自身心脏的功能啊最大化，激活人体的潜能，这么整的。这个对于生命有伤害，就是从事开车，你看没看到？极品飞车啊，速度与激情，氮气加速嘛，这么一整呢，对于自己是一种过分消耗。
这么整的话，能不能打得太深呢？我感觉像小李，中忍考试开的第三门还第四门呢，足矣了。当时开第三门吧，井矢井开，这叫什么名了？井门是不是？八门遁甲叫什么玩意儿？我也忘了，什么井矢井开，开不对，还有开门呢。反正就那几门嘛，这么整完，我感觉第三门就能打得过了。第三门，速度快嘛，对方逮不着我。杜门呢？啊，杜门，他那八个门都是什么玩意儿了？有杜门吗？死门。如风一曲，长谷下眉皮，并不是球星一年的终极追求，有一个就够了。然后就是要以冠军论成就，成王败寇啊！长谷下 MVP 不是球星一年的终极追求啊！终极追求是争夺冠军嘛？因为篮球归根结底是团队游戏，追求冠军，这是对于球员来讲梦寐以求的。但前提呢，长谷下眉皮啊，其实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呢，就是评价个人的能力嘛。当然，运动员作为团队运动的一份子，肯定是有这种，对运动的理解的。毕竟团队赢才是真的赢嘛。但其实呢，MVP 这玩意儿跟团队战斗力各方面表现关联不大，这个更能考验一名球员到底是什么实力段位。实力绝对强，你再烂队不影响你拿 MVP，实力绝对强。然后就要以冠军论成就啊。成王败寇，成王败寇，冠军论成就的话，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冠军论成就，但是这里边呢也会存在一些偏差。你因为你比如说很多球员他确实拿过很多冠军，但是联盟地位一直以来也是比较有限，这种类型也有。卢峰一曲，那你可错了。音乐像诗朗诵，乐谱是纸面的，是否感人或震撼，需要最终呈现出声音的表演者呀。对呀，声音的表演者呀，那就是说你的通过什么呢？我不同的声线，不同的这种演唱技巧，去让这个观众啊能够真切的体会到原创者他本身，这个音乐的内核啊究竟要强调什么？想要呈现在你脑海当中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美妙景象？这种东西啊，那你呢？弹钢琴的话，无外乎是节奏长短嘛，这里边没有音色改变，无外乎节奏长短。所以他这个跟翻唱相比，我认为翻唱正常来讲，这里边涉及到的自我的重新演绎，都要比这个弹钢琴呢要强。弹钢琴工具嘛，大家的琴都是一样的，顶多是节奏快慢一点，而且大体格局你不能乱改。水果一版与个 WWE 比赛算是体育比赛吗？感觉很浮夸很假，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爱看？请介绍一下啊。浮夸假？那你说漫画假不假？漫画非常假，你可看不看呢？你现在你看不看《海贼王》啊？你不偶尔也看吗？那你说这个漫威电影假不假？那当然假了，那玩意儿假的要死。但是你看不看呢？你看的劲儿的嘛？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呢？所以这个 WWE 相当于啥呢？把你在漫画和影视作品当中才能够看到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英雄在文艺作品当中那种，英武气质能够展现在现实的舞台上，那这个当然也有他的这个观赛乐趣了。所以就是把这个英雄人物呢现实化了，拿到现实世界了，他们做的很多动作很夸张，但你看在电影当中动作不一样夸张嘛，所以这种的话也有市场。WWE 在美国呀受欢迎程度。也属于是差不多能跟什么，你比如说什么拳击啊、UFC 啊，基本上并行而立的。其他那些都属于是典型的职业格斗技击，但也人气这块儿，那跟 WWE 相比啊，也没强多少。WWE 也极具人气，很多转行的都变成武打演员了。后来包括巨石强森嘛。家乡版《斗罗战》，现在全国上千万幼儿园、小学生学围棋，好多学校都把围棋列为校本课程。柯洁之后，中国人才辈出，围棋非常火热呀。学围棋很火热呀，我打小那会儿还学象棋呢，还学围棋呢。你讲这个学呀，那哎，你了不了解一件事儿啊？再长那会儿，国内有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推广足球了？
校园当中都做足球操呢。那你看国内现在这足球什么环境啊？足球是火热吗？风头一时无两啊。校园当中学的多了，他不得有兴趣吗？关键是，而且你下这项东西，或者说你参与这项东西，他得在社会之上啊，有广泛的就是群众基础。有一种就是说你玩的玩的好呢，你挺露脸，是不是？甚至有未来很明晰的职业前景，你可能说才有那么十足兴趣。你就围棋，你让小孩下，他能说对这东西比那个对玩游戏还感兴趣吗？不见得呢。那你要说开发智力，说实话，我认为啊，从纯开发智力角度，围棋都不一定能说比这个游戏要强，因为游戏本身是兴趣吸引，让小孩玩进去。你探索这个游戏当中有很多细节，你不断挖掘呀、啊，哎，这个游戏到底是从头到尾有些哪些技巧，我怎么把它找出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练，我争取抓到这个游戏的漏洞，这都是开发智力的过程。它本身兴趣使然，那很多人当然是愿意学、愿意玩了。所以你说这个，勉强的，就是说这个什么校园推广，而且你讲那个也是以偏概全了。你讲那也是以偏概全，你讲这玩意儿说啊，好像说你简单一句话，全国所有小学都在下围棋呀、啊？你这不扯呢吗？我咋没听说北方很多城市中小学生天天没事儿就是集体下围棋呢？哪有这现象啊？这跟当年做足球操强调足球一样，你不代表小孩真是我愿意参与。你看，你都别说这个，小孩下不下围棋了，老头都不下，老头下都象棋。生活当中，你要说下围棋多呀，谁互相之间彼此串门下围棋啊？你过年过节回家，你跟你小孩下围棋，他跟你下不？对不对？他跟你下吗？你下围棋两个小时，咱俩就是对弈，认真对弈啊。小孩愿意跟你下吗？哪个小孩愿意跟你下？生活当中，你过年过节回家，再包括这个。你都不用过年过节回家，你跟他网上约战，咱俩下盘围棋呀，他更是懒得搭理你。现实生活当中跟你下，算是已经给你好大脸了。网络世界，你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要下盘围棋，哪有这时间？两个点我跟你下围棋呀？我打魔兽，我打四五把了，都已经。那他可能说还多少有点兴趣，他生活当中没有基础，老头都不像。小梦萌啊，宇哥看了你直播三年了，新年到了第一次留言，祝你新年快乐啊！突然暴富啊！突然暴富，这挺好啊，祝福啊！看了我三年直播，感谢啊，这个小萌萌911，也祝你新年快乐，突然暴富，希望你在这个兔年呢，正好跟你的名字小梦萌嘛，兔也本身也就挺萌，希望你这个也算是本命年吧，在本命年呢，鸿运当头，鸿运高照，希望你也能够，心想事成，祝福你啊！如风一曲 FMP 不仅代表了决赛个人价值低，还代表在整个年度每一个步骤都赢了，否则拿不到奖啊！每一个步骤都赢跟 FMP 没有关系，那是团队努力，那是这个之前系列赛当中老大带队的这个老大他一力支撑。FMP 就一组系列赛，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你要这么拉大旗扯虎皮呀、啊，那这个很多奖项都是啊，代表着什么这个，整个年度啊，每一个步骤都赢了，步骤都赢了，那跟你这个奖项评选不直接关联。千万年一出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假的，也没少看。为什么 WWE 必须是真的？对，就这道理嘛，电影电视剧也是假的。WWE， 这东西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看这个电影啊。纯粹的实打实的给你展现格斗技击的技巧，你不一定爱看，它也不见得好看。你比如说，你看没看到现实世界？你看那格斗技击打拳击啊？说实话，拳击它其实有观赏门槛的。就如果说你对于拳击什么勾拳摆拳一点这个基础概念没，你对于双方之间的攻防博弈啊，这种彼此之间斗来斗去打点呢、啊、打的位置一点理解都没有，你就仅仅是坐旁边看，也一般没啥意思。你比如说之前那会儿 CCTV 5经常放拳击，你看它收视率好吗？收视率也一般。因为人看这叫啥呀，也不精彩呀，你俩跟他比划半天也不出拳呢，近距离就出拳几次就抱起来了，这个打的什么玩意儿呢，都是防守，都是这么防守，一场下来看不到几次重拳出击，打脑袋没有几回，就互相间都点来点去的试探嘛，有啥意思呢？外行也看起来没啥劲，也没有那么激烈嘛。 UFC 激不激烈呢？挺激烈，但是他有时候啊打着打着突然间抱到一块胜负已分，
你要是动作有多精彩，也没有多精彩呀，跟打架似的，一个人上去守个前面，搂到一块儿，那就是滚地上，他俩看谁能拗得过谁。那你看 WWE 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在电影世界当中，武术指导介入进来了，能让这个武打呀变得更丰富。就即便说它不怎么太实用，但是好看嘛。你比如空中经常空翻之类的，回旋踢打的不好看吗？拳击实质上打的没有 WWE 好看，实战性强，但不好看。WWE 就是好看，主要是。你说现场啊，现场的话，那 WWE 更具冲击力了。你讲这现场，那就得都是现场啊。你不能说人拳击你看现场 ，WWE 你不看现场，看现场也更惊心动魄。那有那个苏联大作，梅花大作就是 WWE 来的。WWE 当中，有哪个动作就是把一个人啊，正好是倒举起来，用屁股坐他脑袋，这动作非常危险，你必须得会做，就你不能坐的结结实实的，而且你坐他脑袋，就得是不能让他这个脖子啊跟这个地面有直接的这种这个大角度的接触，非常这个危险，有的一下被坐完了，坐坏了，当时半身不遂了都有，所以 WWE 也很刺激，而且他那种梅花大坐呢。是站到一个小板凳上往下啪嚓一个坐这种，对，钉书机嘛，叫钉书机，这挺危险。失眠的小提琴为何塔图姆明明有三处伤但仍要坚持打完赛季，我更希望他好好为季后赛做准备，别在乎常规赛的一成一池的得失。年轻人呢，他们有野心，而且年轻人恢复速度不是老将能比的。塔图姆也了解自己是有三处伤，但有没有必要啊？我就像一个什么呀，柔弱不堪的这种这个温室当中的花朵一样，那么经不起风吹雨打呢？如果说一个人真说对于未来自己的定义呢，就是今后要号令群雄，屹立在整个 NBA 站立的金字塔尖，那对于自己肯定是严苛要求的。不得不讲，这一点塔图姆，我不感觉就说他带伤出战呢有多大问题。一是确实是年富力强，恢复力这块高人一等；再者，金字塔图姆整个职业生涯也是铁人一般。你像这种选手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因为人和人体质这块确实是有区分的。包括自己的野心，加上自己的体力，天生的这样一种好体格。科比布莱恩特早些年间不也是吗？轻伤不下火线。再者一点，塔图姆啊，他在强悍身躯的额外呢，还有起码的理智。就他受这些伤呢，会影响他场上的一些发挥，但是呢，可以通过比赛的正常行进去慢慢恢复，就不至于说重伤。你比如说腿要伤了、膝盖伤了，塔图姆不可能再打了。就是有些伤属于是那种硬伤。那种在比赛当中不影响继续恢复，正常打比赛风险也不会急剧增加，那就愿意扛着伤痛去打。现在塔图姆我感觉更多就是忍耐这个疼痛，他肯定是有一些疼痛，但不代表就是说他这个会有重大隐患。重大隐患我认为没有，体格好，确实体格好，杰伦布朗体格都不行，塔图姆这些年基本上都是联赛当中的铁人，一个出场时间长，而且出勤率又高，一般来讲不受伤。你看季后赛塔图姆啊，几乎我印象当中一次缺席都没有，塔图姆打了这么多年季后赛，他从进入 NBA 一开始年年打季后赛，而且动辄打到分区决赛，一次受伤都没有，有伤强忍，继续能打，这塔图姆就没有说因为受伤缺席。塔图姆失眠的小提琴如何看待塔图姆长期打满48分钟哪怕打完加时都不流汗？另外为您为何您一解说他就拉呀，一解说他就拉呀，塔图姆打的也不拉呀，那这场比赛那不就是赢了金州勇士了，这叫拉呀？那勇士队可是塔图姆或者说凯尔特人的宿敌，拿下了你玩他就叫拉，拿32分19篮板，这要是放杜兰特那肯定吹得没边了，放东契奇那也属于是青年才俊的新王崛起，你放到约基奇身上今年 MVP 板上钉钉，同样的数据同样的表现，换一个人立马给你吹上天，关键时刻有失误球迷也会讲，那平时不都是人家支撑的吗？关键时刻太累了，那有失误很正常吗？你放到塔图姆身上就开始苛刻了。实际上这场比赛塔图姆杰伦布朗是四节几乎48分钟之内大量都是卧底，就最后一分钟打得好一点，就这杰伦布朗啊，之前都是塔图姆扛着球队前进的，而且全场比赛下来数据首先一点挺爆炸数据啊，篮板19啊，创职业生涯新高。个人表现呢，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之下，他难免
效率会有点下降。你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当年这个面对金州勇士打总决赛，2015年，你看他效率高吗？整个系列赛打完，命中率不足40%，效率也不高啊。这场比赛为什么塔图姆效率低？杰伦布朗效率本身就低，那前三节半拉的要死，很难分担塔图姆身上的重担。进攻端这块儿，自己面对重重封堵，而且你看没看到勇士队只夹击塔图姆，杰伦布朗根本不管，不夹击呢，只夹击塔图姆，逼迫他出球。对方的选择足以说明塔图姆的重要性。而且你看勇士队这场比赛也没有打得特别好的，就是说效率啊，关键时刻不失误啊，都有失误，效率呢也没有特别高。就这种比赛很难说特别高效的砍下高分，双方也是仇人相见嘛，分外眼红。所以塔图姆最终是率队赢了，而且加时赛呢最后接连这个命中也都属于是高难度单打，那这个发挥差哪儿啊，发挥已经相当好了。为什么杜兰特失误就不行？杜兰特整个失误啊，他不是那什么吗？这失误你要能赢，谁说他不行了？你这对不对？他主要是你失误你败呀。问题是塔图姆失误他赢啊，这场比赛他最终赢，他要是败了，那你当然失误就差了。杜兰特失误的时候，只要说球队赢，也不值得太多诟病啊。如果说发挥又这么好的话，杜兰特。陈双宇带娃，为什么 F1 方程式赛车没有中国选手参加？中国未来能否在 F1 领域有所拓展呢？ F1 领域啊， F1 我感觉基本上已经是行将走进末路了。为啥呢？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崛起了，现在市面上真说实用的就已经有 L3 级别了，或者说准 L3 级别，距离 L5 呢，我感觉差不多5年之内很有可能就实现。那你说 F1 这玩意儿谁开呢？那基本上都机器人开，机器人开的比你好，比你利索。你跟 AI 比啊，开的比你这个速度快，又比你开的安全，综合判断多方面的形式开的比你好，那你还开啥劲呢？而且 F1 一旦说电子化呀，那就更没有那种原汁原味质感了。你都开始用这个电车了，这么跑来跑去，好像说呢，就是更是差点意思了，都没有之前那种大量的换挡啊，这种这个好像看起来的技巧啊，那种对于燃油车那种这个这种有效的运用啊，这种节奏的把控，那更是差了。那电动机完全是线性的，一脚油门哗嚓就起来，一下暂停，然后急停急起嘛，电动车。所以未来我感觉 F1 啊，已经是走向末路了。再结合你看没看到 F1 它的赞助的顶级品牌啊，基本上都是以燃油车为主，新能源没有赞助 F1 的。你包括特斯拉他赞助 F1 吗？根本不赞助 F1。 包括什么这个国内这些什么比亚迪市值已经过万亿了，根本不赞助 F1。 啥玩意儿啊，那玩意儿跟我没有关系，燃油车传统的燃油机啊，就是传统燃油车企还在赞助 F1。 但你看传统燃油车企呢，那丰田都成啥样了，还有钱赞助 F1 吗？你包括奔驰宝马就感觉这玩意儿没有劲了。现在这个燃油车定价系统啊已经崩溃了。为什么说性能车不值钱了？你说你买个车啊，这是 2.0T 的多钱呢？30万。 3.0T 呢？45万。我疯了，我买 3.0T 啊，我就买 2.0T 就完了，就够了。我 3.0T 我多花15万，我为了多这么 1.0T 的动力排量啊，有啥价值？电动车你就跑再快，你跑的电动车呀、啊、比亚迪30万的完爆很多这个跑车都，你跑车都没有人家电动车加速快，你还比啥呢？所以这是不行了，燃油车这个动力已经不值钱。现在很多品牌的顶级的车啊，旗舰版都不出大排量了，没有意义了。你说你出大排量，比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最新的宝马七系，它不就是吗？都没有特别大排量的了，你卖不动，谁嘛花这个冤种钱呢？买那种大排量，没有价值，没有存在感了。所以未来 F1 也不行了。电动车后端不行啊，那不是现在吗？是不是这样啊？你看看这5年前对于电动车什么看法，现在仅仅你就强调后端不行了，未来呢？是不是？尤其这个风阻各方面系数一旦降低，未来呢？电机它本身呢还在向前发展。现在电动车其实呢，高质量电动车，真说单程续航的话，已经超过燃油车了。燃油车通常一箱油也就跑个400-500，对不对？撑死跑400-500了，你再多你也跑不了啊。你高点的500-600，但电动车很多干到1000公里了，你就单程续航。那未来只要说有手段能完成快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那就无所谓了。
而且它这个电机也在不断向前探索嘛。未来你比如说四驱动力，四个轱辘单独控制，比亚迪新出那个不就是吗？四个轱辘单独控制，在高速上跑，它的爆胎它都不怕。你说这个后程没有劲儿啊？后程未来很有可能，我感觉今后再说后程的话，电动车的潜力远大于燃油车。之前比亚迪它那个新技术就已经展现出来了，那叫E四方嘛。今后就是后程都会比燃油车强，燃油车后程都跑不过这个电动车。未来，我感觉五年之内差不多就能做到，是暂时不行。怕上火的收冲啊！这个宇哥如何评价送葬者相当于 NBA 里谁的地位？送葬者是这个 WWE 的选手，送葬者呀，就 WWE 他可能说有些人他起这个名，送葬者相当于 NBA 里的谁的地位，那不太清楚，我也不了解这送葬者到底是谁。送葬者呀，他在那什么，他在这个 WWE 当中特别出名啊，送葬者。果然是 WWE 的送葬者，摔跤手500斤壮汉挑战送葬者，遭到众人挑衅。送葬者，哎，就这玩意儿吧，因为都假的嘛，相当于乔丹呢，拉塞尔这么高啊，还有这么高级别呢。送葬者名气的挺霸气，跟乔丹地位一样啊，那这个看来属于是一代传奇呗。自由摔角之王，如风一曲，不同演奏家对同一作品的诠释不同，音色、力度、速度、层次、逻辑等细节都会不同。演奏大师能演绎的超越原作者想象啊！演奏啊，还是那句话，我没说演奏他一文不值呀，而说啥呢？你跟其他的纯原创相比，那我就这么问你吧。你说你这个演奏者值钱还是贝多芬值钱啊？是贝多芬他的创作能力值钱，还是这个你弹钢琴的技巧值钱？技巧你记住，这个东西在艺术创作领域是不值钱的。包括你绘画，你如果仅仅就是技巧，你再怎么强，你没有原创，你没有自己的思维，没有纯原创不行。你要是你仿，你仿的再真实没用，你仿的甚至你画的比原著好像说更精彩更丰富也白给。所以这艺术领域就是这样，技巧它属于是表面的，内核是思想。所以那你说你是演奏家值钱，贝多芬值钱呢？贝多芬值钱吗？就跟这个很多你歌曲原创歌手一样，那原创歌手值钱吗？我的青春里，宇哥现在的路飞能不能打得过鹰眼呢？鹰眼他的定位是打不过四皇，如果他能单独挑战四皇的话，那这个战力就容易崩溃。你之前面对那谁钻石乔治之类的都打得有来有回呢，跟对方什么花剑也还能这个比量两下呢。所以这个鹰眼呢，就目前我感觉差不多跟路飞能打个平吧，差不多现在能打个平。你等到后期的话，路飞肯定就比鹰眼强了，索隆也比鹰眼强，现在目前能打个平吧，差不多。如风一曲，如果 FMVP 都代表不了胜利，冠军戒指那更代表不了。如果谈老大，那老大 FMVP 价值最高。老大 FMVP， 不需要老大 FMVP， 因为你这属于是组合的荣誉了，没有组合荣誉，就单谈荣誉就单独荣誉，对不对？老大 FMVP。你这个就整的有点那啥了。通常老大冠军可以，为啥？因为冠军本身老大就有啊，你跟人都有嘛，这里边有一个序列，有一个次序。FMP 还分老大呀，那你也可以讲这个，FMP 分为老大 FMP， 老大 FMP 那就是锦上添花呗，就是我本身老大，夺得冠军我本身就是对团队的贡献最大，我个人的发挥呢也挺好，那就拿呗。但是没拿着呢，没拿着说明这个老大呀，他就是被对方严防死守，争取为队友做贡献，最终拿到团队奖项了，那就心满意足了。那个人的系列赛小奖无足轻重了，这种。
加强版德罗赞，你查一下现在围棋培训市场的产值，每个月全国各地都孩子的围棋升级比赛，市场远超象棋，老头下的没有价值啊。围棋你是不是培训老师啊？围棋培训市场的产值呗，全国范围之内围棋培训市场的产值，我查一查围棋培训市场。围棋围棋培训市场，都没有几条新闻相关的，这个议论的热度都不够。那你要说这种这个行业信息你也信呢？这种行业信息呢，它就是图于表面了，再者一点出于宣传，就好像说营造特别火热。但这种类似，你比如说你随便拿一个，就是市面上但凡是有这个培训机构的，但凡是生活当中呢还能够看到的有一些训练班的，你包括学跆拳道的，你到国内跆拳道的潜在的市场有多大呢？也不小，对不对？相关的这个武术学习、武术指导也有市场啊。所以你讲这个，它不符合生活当中我们的切身体会。生活当中我没有遇到，就哪个家里小孩特别乐意爱好下围棋啊，没事出去跟其他人对弈，没有。那你这种呢？那你比如说足球市场大不大？你能讲足球这个市场比围棋小啊？比围棋市场大多了。但你看现实世界里呢，有几个踢足球的？踢足球是不是特别少？所以你这东西，你要是，得基于什么呢？切身体会和观感。那些浮于表面的夸张数据呢，不见得是真实的。所以我感觉还是，你得生活当中你这么合计，找一个人下围棋对弈的难度，对不对？你不得问吗？你看周围人谁愿意跟你来下围棋？如果没有，那说明你这数据太假了，有点啊，浮于表面嘛。贝莱尔的心，篮网没杜兰特之后已经遭遇四连败，如果看待杜兰特的作用是否是篮网必不可少的老大核心呢？实事求是讲，篮网这哥几个最不能缺的是杜兰特，就另外那哥俩要是少这么一个半个，杜兰特多少还拥有，就是扛着球队常规赛期间我战绩维持个差不多五五开，就领进的队呢勉强跻身附加赛，或者说打到这个东部前八呀，还有这种底气和能力。最缺不了的是杜兰特，这点是实事求是，因为杜兰特兜底属性这方面能力确实挺过硬，而且效率也挺高。另外那哥俩呢就不像说杜兰特这个重要性这么这个强烈。那至于说整个篮网是不是说特别需要杜兰特，有了杜兰特就如何如何，其实有杜兰特呢整体表现也低于预期，表现还低于预期。这个就是消化残阵能力有限，而且杜兰特之前他带领残阵的效果也没有那么理想，对不对？也没有那么理想。之前带领这个双星球队，比如说领军带着欧文带着西蒙斯打，效果也一般。反正杜兰特确实有两下子，这篮网要是没有杜兰特呢，看起来战斗力整合就是很难做到。杜兰特有点用，肯定是有用，你毕竟顶薪球员呢，领着4000多万高薪能没用吗？你有杜兰特在的话，篮网队呢，他这个肯定表现得更好。杜兰特肯定是有用的，在篮网这哥仨里，他属于能耐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比西蒙斯、比欧文能耐都大，但只不过是你看你怎么要求杜兰特。你要是要求杜兰特夺冠，要是他证明自己，暂时做就不够，暂时做就不够，但是能耐确实有。黑暗时你就宇哥你好，我是你粉丝，请问2018年勇士冠军与去年辽宁冠军的含金量相对较高，谢谢。去年辽宁冠军呢，辽宁那个冠军含金量真是有限，对手都不行，打这个广东队，其实广东队当时阵容当中也是有一些伤病吧，我要没记错。当时打广东那组现在挺精彩，这也属于是硬碰硬了，但是广东有点强弩之末了，他不是说最鼎盛那个阶段。打总决赛打广厦，他更是一点钱都没有，就用打广厦呀。
还是勇士这个含金量高呗。基爷，这个宇哥都说蜀道难，假如给蜀国一支2000人现代化道路工程大队和配套设施以及材料，能否一统三国呀？蜀道难，给蜀国一支2000人的现代化道路工程大队和配套设施以及材料，能否一统三国？你光这工程队有啥用啊？你工程队你不能转化为战斗资源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驾云梯这方面的工程，只是建道的，你道整好了之后对方打过来还方便呢。所以你就是出七三出去之后，不是说你往外出难，主要问题是兵少将寡，这是这个蜀国的问题。卢鹏一曲，我没拿演奏家和作曲家比价值，只是希望你别低估演奏家的创作和价值。新年快乐呀。我没低估啊，我说演奏家肯定是有点水平，但是还那句话，你刚才不是跟那英比吗？比那英肯定强，那你要说比这个其他的原创歌手啊，真说对于音乐带来的改变和意义啊，留下来的宝贵的这种音乐的财富啊，那我感觉还是这个原创型歌手，他们对于音乐可能说，毕竟是原创的嘛，你让整个这个音乐市场啊，音乐它整个这个大的音乐这个圈层呢，丰富了里边的内容。原创这个难度我感觉是更大的，更具有这种音乐的艺术本源的这种价值。萨满大锅饭，老大冠军就是老大，那没戒指，冠军戒指可没拿，亚军成员拿可没有，亚军成员拿过 FMP， 亚军杰里韦斯特拿过，对，这就是杰里韦斯特嘛，也属于是一个典型案例。卢峰一曲，我身高181，腿型是麦迪，喜欢穿隐形短袜，这样呈现的效果能否让你感受到美感呢？隐形短袜，隐形短袜还有这么个短袜吗？那短袜还有隐形的，就是说什么丝袜，就是肉色丝袜呗，透明的，就没有任何颜色，透明丝袜。这个因为我对于这方面理解不多，我也不了解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美感呢。至于说你身高181，腿型是麦迪，那可能说这个也确实算是一表人才了，跟峰哥有点像。我感觉你和峰哥如果说见一面的话，有可能彼此之间呢，会找到就生命当中新的自我，也不一定，是不是？你跟峰哥有机会见一面吧，峰哥或许呢也会挺感兴趣，因为据我了解，峰哥生活当中啊，也是大量穿白袜嘛。峰哥这点就其他人有过怀疑，哎，这峰哥你为什么每天就是穿白袜，为什么不穿黑袜呢？峰哥讲，因为我腿细啊，我要是穿黑袜，显得这腿更细了，好像说有点柔弱不堪了。峰哥这会儿他就有点啥感觉呢？要是穿黑色袜子，腿显得更细了，更有一种女性化的形象了。峰哥为了展现自己的阳刚一面，不愿意将自己的柔媚一面展现出来。那要穿白袜呢，其他人容易误解。但峰哥感觉，但是这种误解也未见得是坏事。峰哥可能感觉穿白袜嘛，是不是？穿一白袜。正常来讲，很多男的生活当中，据我了解，普遍穿白袜的少，通常都穿深色袜子。我家里几乎就白袜呀。你比如说，要是一套的东西，一套三双袜子，这里要有一双白的，我就感觉这个服务员啊，他是属于是强买强卖了。这好几双袜子，为什么给我塞一双白呢？生活当中我没法穿，穿上去容易长。正来讲，黑袜子能穿好几天，白的你穿一天，穿半天就长了。所以，这就是白袜嘛，他不见得人人都爱穿，但峰哥挺爱穿。泰迪熊，说围棋有市场的给我整乐了，围棋都不如五子棋有潜力，玩象棋、军棋、跳棋都比围棋多。确实，你要说围棋有市场啊，最简单、最直观的一种衡量是什么？你看目前互联网上下围棋的多不多？他连五子棋都比不了，互联网上。你要说这玩意儿有市场，哎，学生对于这个下围棋我都那么感兴趣，那他互联网他肯定愿意玩啊。他要是都不愿意玩，你这不就是属于是被家长强逼的吗？强逼的，你说他能有多大潜力呢？家长强迫，就你必须得学个才艺，那学生本身不愿意学呀。你说这玩意儿他能有多大潜力？没有潜力。军棋、象棋、跳棋，那都比围棋受欢迎。黑暗时你就宇哥你好，如何评价上赛季开赛前篮网夺冠赔率绝对第一，最终却倒在季后赛首轮被4-0啊？开赛前篮网夺冠呢？这是打得不好，杜兰特暴露了吗？
因为他在我感觉凯文杜兰特真说季后赛级别的比赛能力的话，2021年算是回光返照了，就是季后赛的表现。2021年打的已经是相当优秀了，算是回光返照了。再往后呢，就是强弩之末了，不行了。因为毕竟体力，包括他这个为了保持健康，骤减的体重，多个方面使得在东部那个激烈的身体碰撞情况之下，难以保持进攻端的高效了。防守也不行，到季后赛防守也不行，这杜兰特吧。再见了各位观众，咱们这个再见的就是明年了，阴历年嘛，等春节之后差不多初四左右啊，初五届时咱们再直播吧。所以今年呢就到此为止了，咱们来年再见啊。感谢卢峰一曲千万年一出绝对天才江鸟和这水果挺甜加强版头了，在我没文化失眠的小提琴黑暗你就网啊，记忆啊，还有这泰迪熊 1.5， 再见了各位观众。看看宝宝，看看宝宝吧。这家伙，我刚买一盆花，谁整的？宝宝。谁咬的？哎呀，喵喵，等着我呢，啊。